这个讲座本质上是课程介绍，但是呢又不是很枯燥无味的纯粹说我要讲什么，在介绍课程的同时，我会因应具体内容，比如说我觉得某些内容不见得很具备周易知识的人都能听得懂，我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展开，就让你们感觉到哎，周易在中医真的能用，但前提不是算卦啊，很多人以为周易在中医的用是算卦。我看了一下古代的医易相关的书，记载算卦的内容还真不多。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我不敢说通读了古代医易相关的书。那你说不算卦它干嘛呢？我们等一下再说。好，首先我们看看医易学研究的是什么。他研究的是易学哲理、象数思维模式、方法论，这是对中医学体系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中是先学周易的哲理，然后他是怎么想的。他这象数思维是有模型的，最常用的模型就是几个图：太极、河图、乐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但是除了这几个模型之外，它的一些很多内涵背景知识我们是要掌握的。跟着还有就是方法学，不纯粹是中医，整个古代文化的包括自然科学领域，也包括文学，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方法学的笼罩下。关键是这样，对具体知识的容慎以及对临床实践指导的学问，我觉得后面那句很重要。为什么呢？说老实话，现在市面上介绍周易跟中医的书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我也不想太什么评价同行如何如何，但是我个人的感官是他们讲的内容是周易比较多，而结合到中医这部分呢，相对来讲是观念上的结合比较多。比如说天人合一，苏老师，我不知道周易，我也知道有个天人合一啊，那你这个意义何在呢？其实真正周易要用，你必须落实到知识点，落实到临床的具体实操。假如没达不到这个层次，我也不能说没意义，至少意义没那么大。而且现代人都很讲究实在，所以我下来我会说一个知识，比如说肺通调水道在周易上怎么体现，肺主气司呼吸怎么体现，心藏神如何体现，然后用药怎么体现，用方怎么体现，针灸怎么体现，一定要落到实处。最简单的，我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实在，我也不是说其他地方不讲实在，但广东人特别讲实在，不实在的东西我不会去碰也不会去玩啊。我们再看看它的意义，用张景岳的话来回答一些疑问吧。张景岳这样讲，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至于如何造化，那是我们在课程里面会展开。人生之理，也就是人的生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害。那你注意这里的表达，周易讲的是道，中医讲的是偏理，但这两者有关系啊，因为周易一跟中医结合，就以理以道同理，以理正道，道理相合了，不是纯粹讲理。好了，易者易也怎么讲呢？周易讲的就是变化啊，它的易有三个易，一个是变易，一个是简易，还有一个它讲的这种原理是千古不易的，三个易。好了，虽阴阳，易解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一解易也，和阴阳消长之机。这个一者易也怎么意思？千万别把它外延得太厉害。其实我感觉到中医学跟西学很不一样，西学假如用古代的画种来比较，比较像工笔画，这很认真很细致，画色你说不准确那就西方的素描，
所以一定要讲究什么透视啊、立体啊、块面啊、精确。中医像什么呢？中医不能说它像大写医，因为大写医那个太松了，中医有点像小写医，在写实基础上有它的发挥空间，有它的神韵，这个就是医者义也。而这个义是根据周易原理那边引申过来的啊，所以虽阴阳以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为什么呢？周易讲的阴阳是天地阴阳，内经尽管也接触到天地阴阳，但是它的主攻方向是人体，是医学。应该说天地阴阳比医学阴阳要大，而且来源本来就在周易。周易句话阴一阳之谓道，到了黄帝内经就变成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别忘了周易在前，黄帝内经在后。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一意同源者，同此变化也。也就是说他们整个说理系统是一样的，但是源头在周易。所以学医的人假如没有一点义的文化背景，应该说学不深。那很多人说现在大学没开这门课，那是不是意味着很多医生没学深？这句话我不好意思说，其实真的是。但是我刚才说大学没开这门课也不准确，有开，至少我的学校有开，我开，我估计可能北中医有开，全国开了这门课的我估计最多两三个学校。为什么呢？缺师资。不是说不重要，而是教这门课有点难度。你除了懂得周易，你还懂中医，而且懂中医你不是懂一个中医中诊中药，你要整个体系。比如我下来就是在中医中诊中药方剂临床科针灸伤寒各家学说如何用。好，那这里就岂非医义相通，理无二字，可以医而不知义乎？我现在有时见到一些论调说学中医必须有文化，但是他来个但是就麻烦了，但是文化不等于医学。那你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其实我感觉前一句没有问题，学中医必须有中国古代文化，后面一句话医学不等于文化，他好像是把文化跟医学这割得太分明了，好像两张皮。懂点文化背景对学医的理解没坏，但是好像听他的意思有点像文化跟医学的渗透没那么明显。其实太明显了，不是不明显。最简单的比如说阴阳五行本来是文化背景，后来渗进了中医。好了，你再进一步，阴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无非四象八卦是把阴阳往众生引的，严格来讲它还是文化，但是进到医学实际上也是把医学往众生引的。现在我们很多医生只懂阴阳，到了四象八卦不懂了，那下意识就把它割开来了啊，这是文化的，不要搞进中医，你搞进中医是玷污了中医。所以我也不想太得罪人，但是还是想到那句话，没文化真可怕。那下来，那我往下讲。我这个基本上是按照我那个讲的讲稿的顺序，但是我把所有的都浓缩了。就真正那我们开这个课，大概现在预计是十天的课，十天的课就等于五个周末，一个周末是两天。我是等于说把十天的内容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粗略的介绍。第一个《周易概要》，首先易。你注意，现在其实《易经》的名堂比《周易》这个名词要响，但是你注意过没有？我现在这门课叫做《周易与中医学》，不叫《易经与中医学》。其实我感觉所有用《易经》这个名称的，要不就没吃透《周易》这个名词的内涵，要不就故意觉得这个名头大，用这个名头。
其实易经跟周易真不是一回事。好，我们看看啊，易通常是指周易，当然周易之前有连山归藏，那个现在找不到了，那不说那个了。在先秦的某一时段确实是指易经，这个没问题。但是自从易传出来注解易经之后，现在的通行本不管你灌注的是周易还是易经，肯定是易经跟易传共同构成。就算你的名字叫易经，还是包含了易传。问题是易传谁写的？太出名了，据说是孔子跟他的门人。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很使劲的批周易，批了半天连他的作者是谁谁参与的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是挺大胆的，批了半天谁是作者谁干这事的不知道。那由于孔应该这样讲了，易经在周易在后世的地位，除了它本身内涵之外，跟孔子的地位提升肯定有关。但你本身假如没有料，你也很难提升到那个地位啊。周易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群经之首，所谓群经之首，我们知道四库传书是经史子集，群经之首是所有经之中以它为首啊。当然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群经之首啊，孔子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仅仅是之一，到了汉代六经之首，然后再过后一点十三经之首，到了宋元才群经之首，也等于说他是从士兵开始干，一直干到元帅。你假如经过这么漫长，没有一个公认度，他没有他本身的好处，他达不到那个地位。其实你这也可以反推，假如他仅仅是算命的，他的位置有可能那么高吗？算命的书满街都是，而且后世发展起来的各种算命体系，我先不说准不准，就那个体系的蔓延，那个精确就比周易本身大得多，而且方法多得多，假设是准的那也精确得多，那不准就没话可说了。你完全可以说周易处中国文化的核心统领地位，也就是说各个学科门类其实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是在周易思维笼罩下，包括非自然科学，比如文学、书法、绘画这一类，其实有意无意是在这观念笼罩下。易传是这么对易经推崇的：广大西北，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那说明什么呢？周易是论道之学，天地人之道都在里面，这就留了我。留在哪里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它本身有内涵，还有孔子的个人魅力。你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三条主线，佛道儒，佛家是外来的不论，那么来源于本土的是儒家跟道家，而儒家有孔子著传，这个不用讲了，它又是论道之学，所以周易本身不单只是儒家的经典，同时也是道家的经典，所以它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怎么论道，我们通过课程来体会吧。关键有一点，除了论道，它有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这个方式我们现代人太不熟了，以卦爻符号，那个后面会介绍，易图就我刚刚讲过那几个图，太极、河洛、先后天八卦啊，可能有的人说现在看见的易图不止这几个啊，当然不止喽，有几百个，你衍生出去上千个都可以，但是那都是衍生出来的，基本图就是这几个，所以我们也只能讲这基本图。你把几百个图都讲了，首先在中医的实用度不一定很高，另外周期太长了。那它是以卦爻符号易图为特征的独特的认知范式，讲白了学周易是学什么呢？学看图说话。看图学话谁学不会啊？小孩就是看图说话。好了，它还有一个好处，除了看图说话，它以简易动态开放
无所不包的结构整合着各个领域的知识，等于说他这套方法学很奇妙，各个系统的方法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归一，这就是他的妙处。关键他是符号系统。我们现代人以为自己很聪明，聪明在哪里呢？不断的以文字解文字，以文字解文字，把古代的文字解成很繁复的现代文字，以为聪明了，以为精确了。其实中国古代除了古文很精炼，图比古文更精炼。别忘了周易有个基本的要素，简易，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概括包含内容最多的东西。所以学周易你千万别以为把问题搞复杂了，周易是把问题简化了。你说各个领域在干嘛呢？其实各个领域干的就这个事，四个五个字，各个领域纷纷以周易的方法学来原意以为说。比如说我医学把这套方法引进来了，那我就说我的医学；兵法把它引进来了，那说我的兵法。但我不一定指孙子兵法，因为兵法在后世还有发展。好了，围棋把它引进来了，说我的围棋。包括武术家把他引进来了，说我的权利。那比如说中国历史上讲武吧，曾经出过两个武圣，我们对第一个武圣相当熟悉，关羽，但是我们对另外一个民间的真正徒手搏击的武圣不太熟悉，孙禄堂一般现在公认是孙禄堂。但你先不看他多能打，你看他写的文章，孙禄堂论的传理都是阴阳五行八卦，也就是说你就算做一个武夫没文化你都做不到顶尖高手，其他不用讲了。学艺怎么学？既要认真，但是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玩，其实挺好玩。邵雍，易学大家，就梅花易数的那位，他就讲啊，君子与艺玩象、玩数、玩词、玩艺。这个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八卦的有卦象，太极河图洛书有象，而河图洛书有数，还有那个卦爻的爻其实也有数。跟着玩词，你不有卦词有爻词吗？但是你注意啊，在中医学之中，我感觉是玩象玩前后两个比较，玩象玩意比较多，玩数有涉及，但我不能说它成熟度很高。这些至少跟民间的某些领域比起来，好像至少不算很时髦的东西，但是有玩。至于玩词，不算多。所以学周易的第一个难关，其实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看周易看不懂，麻烦在哪里呢？一翻开那本书，哎呀，天书，为什么文字太深奥了？严格来讲，中医跟周易的关系，文字基本上绕开了。也就是说，那种文字对中医的直接指导意义不算多。假如有，我已经把它拎出来了，我后面会有归纳的。比如这句对中医有启发，我就把它拎出来专讲这一句。所以，除非你是说啊，我想深研周易，那你卦辞爻辞你要玩得很深。但是纯粹就周易跟中医的用，其实卦辞爻辞影响不是特别大，应该权重比较小的那种。整个周易其实四个要素，象、数、理、占，占就占卜，这个不需要忌讳，它本身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我们这堂课讲不讲呢？略为介绍，介绍的目的也不是说教你占卜，而是从里面体会一些方法学的东西。因为你四个要素，假如缺了一个要素，刻意不讲，
好像是周易的感觉是不够分明的。好了，学会周易，我们就会分辨出什么叫道理。中医被人家谈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中医不讲道理。其实讲这句话的人本身就不懂什么叫道理。什么叫道呢？我先不展开啊，因为道的内涵很多。但是在中医学里面，最实在的一个解法就是天地自然的规律。什么叫理呢？具体细致而微的叫做理。比如西医学，西医学完全是讲理的医学，你看它各个细节都很精确很分明，它讲理，但是它不论道，它不会把一个人有病放到天地自然背景去考察，说他没有，说西方科学其实没有求道的欲望，其实也没有方法，所以你完全可以说西是讲理的科学，中医不是，中医是以道同理，以理正道，这个道可以推理，说真正道理合一的是中医。你最多说我讲理没你讲的那么细，但问题我需要吗？我上面有个道，道是可以推的。现在很多学中医学麻烦在哪里呢？他不懂推，就纯粹就那个理，你没有推，你那个理就很死的。而且你跟西医比起来，讲理又没人家讲的细，道理也不会推，一比较你问都不用问了，自卑感油然而生。不懂道啊，你不知道你自己还有一个好东西在后面呢。所以中医学，我们现在一般叫医学、医术、医技，把中医学的层次打低了。中医学是医道，以道统理，以道统学，以道统计。你最后可以说血进火道，术进火道，技进火道，那才是中医啊，或者是真正的中医。另外一个就学习难不难？说老实话，还真不难。你看我这10天内容，既讲周易，也讲医学。很多人说听得懂吗？我在大学是2年级就开这门课了。2年级的学生，你可以说他考试能力、背的能力比你们要高一点，但他们的智慧比你高吗？他们能听得懂，你会听不懂吗？还有，那这样再分开来，其实我讲周易也就5天左右，周易跟医学的结合大概5天左右。你学过哪一门学科5天搞得定？你数一下，你的数学学了高等不算了，也就初等那个，从小学算数学到高中12年，化学物理也得3-5年，还得不断做作业，我这个还不用做作业呢。5天之内我不敢说让你精通，但至少入门是没问题。有多难？很多人觉得它难是不得其门而入。首先刚刚讲的还有个误导，看文字当然难了，现在也不是叫你解文字，着重它怎么用。所以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呢？古人句话很好的，得本以知末，即周易是本，你是古代的所有学科的方法学的源头，不舍本以足末。但这句话我倒不敢衍生的太多，为什么呢？医学我还不敢说它是末，为什么？要不你学完这个你麻烦了，我学会周易我医学不用学了，我直接懂了，没有这回事啊。就本末是连在一起的，你假如对中医真感兴趣，医学那部分你要补啊。但是你说我只对周易感兴趣，那无所谓，你可能通过10天的学习跟应用，我估计至少你对周易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至于你的深度能去到哪里，那就看个人后续如何跟进的问题。好，那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意义吧，这四库全书对周易的概括，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其实学医的把它改一个字形呢，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医事者也，一样的，明人事就能明医事啊。还有的人说，
我对医学不感兴趣，我只对我工作感兴趣，也有用啊，不是推天到名人士吗？假如你做领导，你可能学会如何更智慧的做领导；假如你做太太，你可以学会如何更智慧的驾驭先生。通的啊，不好意思，出卖了男同胞了。好，简介一下啊。那刚才那个概括，我在正式上课的时候会更详细啊，会更详细。现在只是给你一个初步印象。下来，《周易》刚刚讲了，由《易经》跟《易传》两部分组成，而真正的构成，那先讲《经》，《易经》由64卦的卦符、卦名、64卦卦辞、386条爻辞组成。好了，这里牵涉到一些新鲜名词啊，我们扫一下盲吧。首先，什么叫爻呢？一横不断叫阳爻，断开来两个小短杠叫阴爻。这里我就不介绍它的来龙去脉了，在正规上课才介绍，因为什么我都介绍源流，那等于说十天课程今天开始了。好了，卦是这样的，由阳爻跟阴爻做排列组合，它有两种组合法，一种是三重叠，也就是三个爻的那个叫八卦，八卦是三个爻的，而64卦是六个爻的。那64卦怎么来呢？简单，八卦与八卦再排列组合，那就变成了64卦。好了，那我以一个为例子，比如这里六个都是阳爻，那就是乾卦，那这个就是卦形、卦符、卦画，乾就是卦名。好，这里这四个字元亨利贞就叫卦辞。那比如说你很考究周易的，你就给我逐个查了，元亨利贞啥意思？但假如我不考究的，我得了个乾卦，我一看元亨利贞，那没有一个字是差的，行了吧？告诉你这是个好卦，你还想咋的？那就是你的要求有多高了。比如说我隐隐约约一看知道好东西，行了。好了，你看每个卦有六个爻，每个爻配一条爻辞。那比如说啊，这个爻辞对应什么呢？真正古代起卦的时候，他会除了这个卦得到什么卦，他有一个叫动爻，就哪个爻现在处在动的状态。所谓动爻的意思是你现在处在哪个状态。那比如初爻，初爻动，那你就给我看初九乾隆勿用。但假如是五爻在动，你就看五爻的爻辞，它指示的就是你当下处的情况。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孩高考，我目标是清华北大，得了这个卦，比如说乾卦，那前途一片光明，元亨利贞。但是问题是哪个爻呢？你假如是初九乾隆勿用，那就这样吧，今年先别考，复习好了明年再去吧，反正是你的。比如说你现在炒股盯中了某个股，也是初爻乾隆勿用，反正你买这个股肯定赚，但现在先别买，存着钱吧。啊，打仗要不要打？能打能赢，现在先准备别打，就这么回事啊。你说为什么一个卦可以包含那么多东西？也就是说你自己处在哪个行业，当下处在什么状态，你就给我参考这个卦辞爻辞做自己的解释得了。再来，假如我不是，那假如我得了元亨利贞，我处在第五爻，那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立马考试，立马进货，立马开战，怎么打怎么赢，怎么考怎么进，恐怕不用考哦，保送就上去了。飞龙在天啊，利见大人啊，发得不得了啊。
好了，你说这个卦没那么典型，那么下面这种典型呢？来，这个是纯阳的，这是有阴有阳的卦，所以六十四卦大部分纯阴纯阳只有两个，是吧？一个乾一个坤，大部分都是有阴有阳。问题是阴阳的排列顺序跟次序不一样，其实也意味着组合这个六爻卦的上下两个卦不一样，不一样就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其实最简单的，比如像赵字一样，一个人字边一个言字，那就变成信字了，人言为信，那两个不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意象，但这个新的意象又跟原来两个又有一点的关联。那这部分假如真正上课会慢慢一个卦一个卦一个爻来解。好，下来是易传，先让你们体会易经怎么回事。易传讲白了就是解经之作。古代是这样，古人对经是很崇拜的。什么叫经呢？天地的规律跟人生的准则叫做经，所以有经就必须有传，以传解经。我们知道小时候应该是小学或是初中就学过一个成语尾边三绝。尾边三绝就是孔子玩周易，玩到那个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接上三次，你看他有多着迷。主要是对易经经义的阐释跟哲理的发挥。它的传文有七种，分别是断、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所以一般叫做七易。这个易的意思是什么呢？易就是易左，如虎添翼，就是帮助解释，辅易易左。那为什么又叫十易呢？你看这里啊，断分成上下，象分上下，系辞分上下，你假如把上下也分拆开来，那就变成十篇。即七易就是十易，十易就七易，随便你怎么说一回事。这里我在真正开课的时候会详细讲。那别像我们体会一下，有两句话我们相当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是乾卦的大象，后一句是坤卦的大象，其实就是解释乾卦跟坤卦的总的意思。当然还有小象，小象就解释爻辞的，比如刚刚讲的初九乾隆勿用，好了，他就来一个为什么乾隆勿用，给了个解释。说白了，孔子或是孔门或是相关人士怕你看易经看不懂，加个易传注得更分明更详细，让你看懂。严格来讲，易传最值得推崇的是这一篇系辞。系辞是什么呢？它相当于对整篇的概括性论述。周易里面很多核心思想，尤其是对中医产生影响的核心思想，大部分在系辞里面。而且不单是对，假如对中医产生影响，那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一样大，各学科都是一样，就在里面拿东西。而且你假如说写论文引用周易的，引用概率最高也是系辞里面的东西。说现在评价一篇论文水平高低，不是经常有一个叫引用率吗？我估计引用率最高的，你查一定是周易，没有哪本，因为他任何学科都可以，你念什么医学文献什么文献，你只能本学科能引，引用率一定最高。但最高之中在系辞之中是最高，系辞之中的很多观念我到时候会拎出来专门讨论，专门讨论的目的是在医学怎么用。然后文言相当于总论，说卦比较有意义。觉得真正学起卦，说卦这一篇很重要，它就是先后天八卦如何排列，各个卦包含什么内容、什么意思、
是真正学算卦、说卦这一专很重要。然后续卦、杂卦这种知道一下就行。所以评价周易真不容易，是吧？现在对周易的评价根本就两极分化的，一个说他封建迷信，要不就抬得很高，我觉得都有错误。你严格来讲，应该把周易分成两部分来评价，一个是易经，易经本身确实是占卜的书，但是里面蕴含着很丰富的方法学、哲学的思维，但是没有整理得很好。那谁把它整理呢？以易传为代表的后世的那些方法学家，因为后世注解易经不止易传一本的，多得很啊，但是恐怕很多都是模仿易传的这样来做。所以你整个周易系统实际上是包含了占卜、哲学、方法学、儒学、伦理学、社会学、科学，很复杂的东西。所以就还是用回那句话，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说它的性质相当复杂，不是一言能尽的。说千万别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但应该说是易传为代表的后世的各种注家，把易经的内容升华了，成为了方法学的东西。因为有了升华，它的地位才逐步走高。假如不是方法学的东西，它的地位不可能那么高。还有一个关键的是一个为后世开了一个图文结合解释事情的一个方法。后面我们就接触一些图，你就会发现用图来解释比用文字简便多了。那下来是卦爻常识。卦上是不是在我们这里讲，我只是告诉你我会怎么讲。说一有太极，四分两仪，两仪分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整个衍生过程就在这里。我会逐步帮你们推出来。那刚才呢，阴爻阳爻就阴仪两仪，阴仪阳仪，好了，由阴阳两仪就推导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叫四象，在四象是两个爻的，再由四象推导出八个卦，然后这八个卦只有三个爻的叫八经卦，然后六十四卦就是由这八个卦排列组合，而且讲解的过程中会每个卦详细讲它们的内涵，它的引申意。但是你注意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乾卦本意是天，你说古人为什么那么麻烦，你直接叫天卦不是完了，为什么叫乾卦？其实这才是古人聪明的地方，你假如叫它天卦它麻烦了，它只能代表天，什么都代表不了。但假如我把它本意是天，它另外一个名叫乾，那好办了，所有跟天的意象相关的全部都可以是乾卦的，我就变成了一个类概念，不是一个单一概念。那比方说天为乾，好了，人间那个统领天子就是乾卦，一家之主父亲就是乾卦，人体的头部就是乾卦，你可以这样类推，就变成了类概念了。说八卦实际上是不是八样东西，是八类东西。你说那八类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哎呀，你只要接触过中医的，就算没接触过八卦，至少接触过五行。五行不是，也不是讨论木火土金水啊，还是五类啊。然后分成五类，再讨论五类之间的关系。八卦只不过分类比五行还细，八类，你觉得不过瘾，那就把它打散吧，六十四类吧，它可以衍生的。那这种我们会后面会慢慢推演。好了，跟着是先天八卦。这里不展开，先天八卦是根据易传说卦传那个来文字来，然后我还不能这么讲，现在还在争论我到底是先有图还是先有说卦传的文字。
有可能是先有文字后有图，也有可能是先有图后有文字，反正学术界在现在还在争，我也不说谁占上风，反正不能说有个确论，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图跟文字对得上，那是真的。啊，你说这个图，无非就把刚才得出来的八卦放到了不同的方位，啊，你说放到了不同的方位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至少在我看来，中医基本理论的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从他这里推导出来的。哪几个呢？比如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阴阳互长、阴阳交感。一看图你就明白了，你写成那个鬼文字，写三四页纸还没写清楚。上课的时候我推一下，你就觉得非常明白。明白到什么程度呢？明白到你会赞叹现代人讲的一句话：有图有真相。下来后天八卦，后天八卦还是那八个卦，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排列出来。现在有的人很奇怪，他把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做推演，最后就说我怎么推都推不出来，先天八卦怎么变成后天八卦，搞错方向了。后天八卦压根就不是先天八卦变出来的。我感觉古人是根据不同的目的来排卦，比如说我要讲阴阳学说，我就按先天这样一排，阴阳学说很好解。好了，后天八卦拿来解释什么呢？解释时空方位，它是根据目的来排的，它压根不是从先天推后天的。比如说我要解释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的时空方位，我把八卦一放上了五行，我就这样放最合理。是根据目的来排，而不是先后关系。甚至假如从先后关系，现在还有一种考究，认为先天八卦不先，后天八卦不后，讲时间次序啊，说别傻，别在里面推来推去啊。首先应该这样讲，假如按照他原意的推，它最可能是一个时间观念。那你看呢，八卦刚好对二十四节令的八节，比如这个震卦对应是春分，离卦对夏至，兑卦对秋分，坎卦对冬至，八节啊。那你说我二十四节令啊，那太好办了，我一个卦不是三个爻吗？我以八节为中心各扩开一个。那比如你这个震卦你对的是秋分，那秋分前那个惊蛰算它的，秋分后的清明算它的，就等于说一个卦有三个爻，一个爻统领了三个节令，刚好二十四节令。跟着地理，你发现没有，在这里不单只有卦，我还有五行哦，木火土金水排了上去。我感觉原来阴阳学说是阴阳学说，五行是五行，真正阴阳跟五行结合的比较紧密的，从现有的文献看上去是易传，就在说卦传里面，哪个卦五行属什么，那刚好了，五行跟八卦完美结合。那这样一排你就发现，既然给了五行，有了八卦，它跟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的地理版图，那个地理分布是一致的。那个后面我们会讲。那我举两个最简单的，离卦属火。你注意啊，太极图这里是南方啊，跟地图不一样啊。地图是上北下南，我们是按阴阳来的。你别忘了，这个白鱼算阳啊，黑鱼算阴。南方炎热，所以阳多；北方阴冷，所以阴多。阴是降的，阳是升的。所以你看离卦在南方，坎卦就水啊寒啊在北方，其他我先不讲吧。那比如震卦，震卦不是东方吗？震为雷，震对应中春天，春天刚讲啊，不是惊蛰吗？打雷吗？
中国的东方黄海一带雷雨很多，再往东有个国家我就不好意思说了，资源不多，地震多。说在这里实际上是阴阳五行不单只有机结合起来了，而且形成了一个时空模型。好了，这个时空模型就这样，把刚才的意思结合起来，那包含了什么呢？比如昼夜神昏，中午晚上，早上傍晚，春夏秋冬，东南西北，再加上四象的符号，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再加上八卦的符号，震卦、离卦、兑卦、坎卦，变成了阴阳五行时空四象八卦完全可以融成一体。融成一体之后，你拿来说理，你假如我浅着说，我用太极够了；我往纵深说，我就四象；我再往纵深说，我就八卦。也就是说，四象，那你最简单的，比如我讲一个两仪，就是阴阳。什么叫四象呢？太阳就阳多，太阴是阴多，少阳是阳有了还没多，少阴是阴有了还没多。你没有发现少阴阳太少有量化的痕迹了？因为你牵涉到多少，再八卦那不用讲了，它的量化痕迹又重于四象。所以阴阳不纯粹是分类，一样能够量化。所以你怎么能讲阴阳学说是科学的，八卦是不科学？你不可能告诉我吗？粗糙的是科学的，精确的是不科学。啊，假如你觉得不过瘾，八卦还不够，六十四卦。那这叫十二消息卦。你看看这个图，那这里有个规律的啊。那从这里看，一个阳爻，两个阳爻，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里开始一阴、二阴、三阴、四阴、五阴、六阴，用这个来做量化，或者说明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相互交感，比那个先天八卦更细。你有本事你就玩。有的人说我能不能搞成十二个爻？随便你，但是真的有人这样干过的，那么六十四乘六十四了，但是呢玩不下去，倒不是说他玩不下去，而是不符合周易的原理，周易啊，简易啊，他试图用八卦化成六十四卦解释万事万物，你搞到那个几千卦，那是以繁对繁了，对啊，因为你这样干，你还可以搞成二十四个爻呢。那有啥意思？那就变成不是道了，变成理了。你不是一对一吗？在一个事情一个具体的写诗，背离道了，说玩不下去。所以有人这样干过，但是不太好做。哦，这个还挺好玩的。过后我们会推演出来人的一辈子大概那个阴阳怎么走。现在不是有一个学派很火吗？火神派。其实火神派的很多原理，我先不说他用药霸道黄道吧，我只说他原理，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依据，而不纯粹是啊，我用到临床有效，仅此而已，不是，能完全能够找到依据，但是你说真正用起来，你是霸道的用法还是黄道的用法，看个人性格、个人经验，那个另外再说了。另外，人的一辈子的走向也很容易看出来，当然有的道家练功，比如练周天功。怎么生督脉，怎么降阴任脉，一样也是用这种做解释的。其实还可以这样说，你学会了这套思维方法，即便你不学医，比如说我对医不感兴趣，我只对道家感兴趣，对练功感兴趣，他的说理工具一样是这些。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知识，道家的东西你也玩不深。刚才是十二，玩下去吧，六十四，二十四，二十四节令。好了，有的同学可能是元运动班的，有吧这里？那元运动班不是就以这个图来展开的吗？
但说老实说，这个图我觉得挺好的，挺有启发性的。但是这个图其实可以做得更有启发性。这个图有个什么麻烦呢？它是一个静态的图，你仅仅能看见一年四季阴阳量的多少啊，比如夏至阳最多，冬至阴最多，春分阳有了不算多，秋分阴有了不算多。但是假如我们把它做一个推演，实际上阴阳是在流动转的过程中，那夏至这一横是地平线了，夏至是阳在地平线以上，地里面是阴冷的，到了冬至阳气在地平线以下，地面是冷的，到了秋分阳气是进到了一半进到土里面，阴一半出来了转凉，春分阳气出土。那意味着其实你考察这个二十四节令图，你必须两个图一起来，一个是量的图，一个是位置图，你两个一参考。而且我告诉你，这是我偷懒的图。为什么？严格来讲，你应该可以画出二十四个图，每十五度你转一下，不是就出来了吗？那你理解那个圆运动，你就到位了。要不你只有量的参考，位置的参考靠什么呢？那本书靠文字。你要看文字，有看图好看吗？啊，在这里我讲的这个图，我会衍生。这个衍生可以说，比如说春夏秋冬如何养生，如何用药，如何诊断，再来一个东南西北如何诊断，一样啊。这个图那夏至变南方，冬至变北方，春分变东方，秋分变西方，不是一样吗？那格局一样的吗？那我们就很容易得出来了，广东人的体质是什么？广东体质现在都能看出来了，你不夏至吗？夏至意味着什么呢？阳在上，阴在下。所以广东人不老说自己上火吗？没错啊，你阳在上啊，但麻烦你在哪里啊？你以为你火很多，你多多个鬼啊？你多，你阳在上，你下面呢？有哪个广东人敢说自己肾很强的呢？你都跑上面去了。还有一个，假如这不是一个平面图，而是一个太极球，你要一个阳，这样看过来，阳在外，阴在内。而北方不是，北方人是阴在外，阳在内。你就这一个，你的用药就不同了。为什么你南方容易阳浮、阳虚、阳浮，就真寒假热的多，而不是真热的多。所以同样补阳，人家北方补阳就补阳了，因为人阳就在内部，就在下部。你南方人除了补阳，还得给我潜阳，要不下不来。所以我们经常说虚不受补，哪有虚不受补的人？只有不会补的人。虚不受补，无非就是寒底的人吃温热的药，吃了上火吗？完全可以，你明白道理，可以做到补了不上火啊。这不阴地阴阳，那这里不是有道的痕迹了吗？你可以推的。那下来我们可以玩一下了。那把刚才那个图简化一下。那比如说东南方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阳在外阴在内，西北方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阴在外阳在内。那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感风寒，假设吧，在这个格局得意是外感风寒，我讲这个格局包括了比如说东南方的人的外感风寒，西北方的人也得外感风寒，或者春夏得一次外感风寒，秋冬得一次外感风寒，我假设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治疗起来一样吗？你最多说治疗原则是一样的，疏风散寒，但真正应用起来肯定不一样。那外感风寒落到这个格局，比如春夏跟冬南之间，我阳气本来就在体表，你是外感风寒，风寒在体表，我体内的阳气已经对半了，对抗了你的风寒的一半，所以我用的发散风寒的药压根就不需要那么猛，量也不需要那么大，疗程不需要那么久。同样的病，你落到了西北方跟秋冬，本来就外感风寒，你来个西北方再来个秋冬，寒性收引，收引加收引，你的毛寒汤你恐怕得给我加量。
而且疗程要长一点，也就是同一个自责下，东南西北不同了，细微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又引出一个争论，经方能不能动？很多人说经方不能动，是首先一个它的配伍排列组合是给定的，你不能动。另外一个它的分量之间不能动。我的观点是动，怎么不能动？难道这个人跟这个人同样外感风寒，你用麻黄汤用一样的量吗？还有麻黄跟桂枝的比例一样吗？你在我南方甚至连麻黄我都不帮你把它拿掉了，用荆芥防风代替，连麻黄汤都叫不了了，为什么不能动？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的最大原则。你可以崇拜仲景，但仲景也是在原则下操作的，你不能把个人崇拜凌驾于医学总原则之上。啊，当你坚持的时候你不动，那我也不反对，因为你辩证准了也许还是有效。当然你经常也看见有的医家发表一些医案，我就用经方原方，我就没动，然后治疗有效。其实我也可以发表，我动了有效，是吗？而且还有一个，你动了没效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写出来？每个都有效吗？所以我告诉你，你看医案有时真的是参考一下算了，相当大比例的医案是成功案例，不成功那部分呢？你不是每个都成功的，包括我自己一样的，比如说同样两个病人来了，你明明就是小青龙汤症，辩证完全没错的，你用下去就一个很有效，一个也有效，我只能说也有效。人家一个两天好啊，你一个五天还有点收尾还收不了，你说为什么？还太多问题要考虑了，因时因地因人。在你南方人北方人，你原来的体质特征是什么？男人还是女人？壮年还是幼年还是青年？同一个症，你把这种背景因素你还得放进去。下来我这一页很简单了，但我估计真正讲的时候至少要讲大半天甚至一天。为什么？这个就是周易内容的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卦位两个经卦相重之位什么意思呢？那刚刚讲过八卦三个爻的叫经卦，六十四卦一般叫别卦，别人那个别，它是由八经卦排列组合而成，所以就有了上下，比如上卦下卦。其实这个卦完全给颠倒的哦，你把上面的卦拉下来，把下面的卦拉上去，那是另外一个卦了。那有上下之位，有前后之位，一般这个叫前，这个后，有内外之位，这个叫外，这个叫内。所以你发现《周易》的解释，有时用上下，有时用前后，有时用内外，不同的卦用不同的名称，还有一个刚柔。很多人以为阴阳学说起源于《易经》，不是，《易经》本身没有阴阳两个字，它用刚柔来代替阴阳。阴阳两个字是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阴阳这两个字其实，那你看这里已经把刚柔提升为阴阳了，那阴阳也是个类概念哦。刚柔不是类概念，啊，有刚柔之位，还有象形。什么叫象形卦位呢？一眼看上去，这个卦像什么，就叫象形卦位。那比如说这个卦叫鼎卦，鼎就是古代那种鼎，上面这是一把火，下面像个鼎。哎，你说怎么像？现在我们还没讲离卦的取向，下面巽卦的取向。假如讲过这种取向，你一看你就明白哦，鼎卦的形象是这样的。除了这个还有错卦、中卦、交卦，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叫错综复杂？什么叫错卦呢？那我简单讲啊，把这个卦全部变过去啊，再画一个卦，阴爻变阳爻，阳爻变阴爻，阴爻变阳爻，阳爻变阴爻，凡是阴的变阳，阳的变阴的，就是错卦。
啊，你说干嘛？到时再说。啊，还没完。他把这个卦，比如说刚才是阴阳爻颠倒，他把这个卦颠倒了180度，这个叫做中卦。还有一种方法，把上卦变下卦，下卦变上卦，叫做交卦。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古人得到一个卦，我不是纯粹按照这个卦来判断事物，我还反面看看，对面看看，换位看看，这样思维就很严密了。再解决的，你说还不够，还玩得不够吗？来个互卦，互卦什么呢？把这个卦，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中间四个爻再重新组合出新的卦，怎么组合到时讲。而且它可以互完再互，互完再互，看什么？看细节，看内部。说它不但只是颠倒各种角度看，它还给你看内部。说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众生的思想，没有微观的思想，这不是啊。只是中国古代你即便有这个思想，你那个观察工具跟不上，你是工具跟不上，你做不到，不是没这个思想。最后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叫变卦，是吧？中国人最怕听这个字，要打电话，不好意思，事情发生了变卦，这个其实比较好玩，最终结局，也就是一个卦，你得完之后，你分析它要有这么多的要素，这个我们后面会慢慢玩。所以说老实话，学易经得法是学这些东西，方法学，而不是64卦一个卦一个卦给你解，解了半天方法学没告诉你，最后你就听了64个故事，听了个热闹，好像我听过了，不知道最后不得要领他到底讲了什么。而且易经的故事也不是挺好听的，这里严格来讲，它不是每个故事都那么好听的吧？还有，它也帮你总结出一些哲理，但是问题，我想学会它，我不是想听你，因为听你这哲理，现在的格言满天都是，太多了，你记得住吗？最后可能还会介绍一点简易的，比如梅花易数啊、铜钱卦那种，作为方法学的补充。别忘了，它里面占是易学要素之一。你假如完全不沾这个边，你可能你对周易的理解是不到位，不那么透彻的。但这个我不做太多的张扬，只是作为方法学来介绍。有的人问我能不能起卦诊病，我个人至少感觉意义不大。有人说，我得个坤卦不是等于说脾胃的病吗？得个乾卦头部的病吗？你起卦是为了干嘛？不是为了诊断吗？你为了诊断呢，至少有点医学知识吧。有医学知识，我倒奇怪你为什么不用医学知识来诊断。医学知识是专门对付医疗征象的，而卦是包罗万象，应该说专门对付医疗征象的东西更精确。那比如说你好不容易起个卦，说乾卦算叫头痛，你一问就知道了，干嘛头痛？望闻问切，不是不许你问。那再来，你得了坤卦，你说腹部有问题，我问啊，你哪里？你说腹部不舒服，怎么不舒服？隐隐痛，虚。喜欢热还是冷？喜欢冷，阳虚。有没有呕吐？假如有。而不单指脾阳，有没有拉？有脾阳虚。有没有吐？有胃阳虚。我们几句脾胃阳虚出来了，你卦里能看出来。你最多定位是坤卦，坤为阴属土，可能有湿，也就定到这个程度了。但你会问，你可以问得很细啊，问得很深啊。比如有没有反酸？有，那肝的问题又出来了哦，因为酸味是肝的本味啊。那你望闻问切，其实得的信息是比这个要准的。而且你别以为这个好学啊，这个学起来不比医学好学。要学得很精确的话，那你医学都没搞定，又搞一门你也搞不定的东西，那最后的结果是两个搞不定。说你真的有兴趣说玩这种东西，麻烦你医学的东西掌握好了，作为一个辅助吧。
是吧？不要舍本逐末，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是本的哈。账上有的病啊，我就怕病人考我，我又没把握。放心好了，考医生的是港台的病人，大陆的病人最怕你不听他说话。这一来坐下来滔滔不绝开讲了他最怕医生不，最怕医生真的最怕医生不听他的。你们自己体会一下，是吧？你到了这个地方，假如医生不吱声，你就急了，你肯定开讲的，所以医生才不会急的。唉，假如你在刚才是赞叹古人看问题如何细节，先别赞叹，刚才那个还是比较粗糙的，细节在这里。刚才不讲卦吗？别忘了，组成卦的基本当然是爻。说古人真正看一个问题，而且你注意啊，刚才不是有卦辞有爻辞吗？哪个权重大？爻辞权重大。卦只是给你一个总的方向，爻辞是代表你目前阶段处在哪里。就好像跟中医那个感觉挺像的，中医不是辨证论治吗？那比如说我先诊病，你到底是什么疾病，这个像卦了。但是一个病可以分很多阶段，这个像症了。所以症有点像爻，卦有点像病。但是中医的权重是放到爻。那不要感冒一个病，你今天来看可能是风寒阶段，明天风寒有点化热，后天完全变热症的，三天三个房。我是按照你的阶段性来的。什么叫症呢？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讲的是阶段。所以核心的东西在爻。好，看爻怎么看？那刚才讲了，首先有阴阳爻。阴爻阳爻刚才接触过，另外从下往上排，爻是从下往上排的，分别叫做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第一个爻不叫一爻，最上面一个爻不叫六爻，分别用初上来表达，中间用数字二三四五。跟着除了有阴阳爻，有爻数，还有一个爻位。什么叫爻位呢？首先天地人位，它会给你规定哪个爻是天，哪个爻是地，哪个爻是人。其实中医的天人合一最原始的理论思路在这里，天地人。你会发现上面两个爻，六个爻嘛，上面两个是天爻，下面两个是地爻，中间两个是人爻。人在天地中，以天地为参，原始思想出自于这里。你看，不是中间两个爻是人爻吗？那就意味着三爻四爻是人爻。我们不经常骂一个人吗？你这家伙不三不四，不三不四啥意思啊？你不是人。其实还有一个意思，三爻是人爻，仁义的人，四爻是义爻，不三不四就是不仁不义。跟着有阴阳位，怎么定阴阳位那个到时再说吧。一般是以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比如初爻、三爻、五爻叫阳位，二四上爻叫阴位。一有了阴阳位，那就好玩了哦。你可能阴爻落在阴位，阴爻落在阳位，那完全不同的。阴爻落阴位，那叫得其位；阴爻落阳位，那不是你的位置啊。它变成那个爻的评价不同了啊。还有同位，同位就是它告诉你上下两个爻哪个跟哪个是同位，你们可以互相参考。好，还有个得位不得位，得位不得位就刚才讲的，你阴爻是在阴位还是阴爻在阳位？贵贱之位又给你分出来，从下到六哪个叫贵位，哪个叫贱位，而处在贵位的如何好，处在贱位的一般般。还不够，中国人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中医的观念叫做综合观念、平衡观念，所以在看爻之中权重最大是这个字，得中。那什么叫得中？有讲究。
然后还有比映衬成这些技术，后面会讲。比如说相邻两个爻，阳在上阴在下，跟阴在上阳在下，还有隔了几个爻他们的阴阳关系。因为你隔了，比如隔了三个爻，一个阴一个阳，又是一种关系。这隔了三个爻，两个都是阳，又另外一种关系；两个都是阴，又另外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你确定一个爻好与不好，麻烦你放到六个爻之中，你给我找参照系。而且参照系不止一个，有这么多，那很好玩哦。就处在变成了一个人是那个爻是处在很复杂的关系网之中，你在这个关系网之中来判断它的好坏。那实际上很少爻会出现特别好特别不好，都是好中打点折，差中又得救，很复杂。但是中国人就擅长玩这个，你没发现我刚才讲来讲去就是讲关系。西方人擅长研究结构，东方人擅长研究关系，有哪个民族搞关系搞得过中国人？我们的方法学就在这里，所以严格来讲，中医学是搞关系的学问。你玩结构，你玩得过西医吗？人家就玩结构的，你是玩关系的。好了，现在你学人家去玩结构，舍本逐末啊！你说我们能不能改变结构了？可以啊，但是途径不同啊。我们是通过改善调整关系来影响结构。当然我不能说西方科学不能影响关系啊，它一样，它通过改变结构来影响关系，但是主次先后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有个毛病，总觉得西方科学是唯一科，你说西方科学是科学没问题，你把它变成了唯一科学的有问题。科学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搞不好我走不通的你走通了，你走不通那条路我走通了，这样有互补才有意义。所以真正细致也就是说那个爻辞怎么来的，综合那么多关系，而且还要看你处在哪个卦的背景下。所以本质上它是什么呢？周易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从时空条件等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方法。那四个要素：象、数、理、占。但是说老实话，每个人学周易其实走向不同，就好像周易本身会分学派，基本上可以说三种走势：象数易、易理易、象易易。什么叫象数易呢？强调用，应该说占卜为代表的是象数易，而后世发展起来，你比如说像八字啊、风水呀、那些跟周易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我感觉只能说是有关联，但是它跟那本书本身最多是有牵连，而不是太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风水可能参后天八卦比较多，而那种八字根本就另立理论了，你最多说它属于术数体系，但是跟易经易传那两本书的关联度不是太大。而后世发展起来，什么梅花易数这一类的东西，牵涉到起卦，但是我感觉也是另一门类，最多它的分类是参照那个易卦的那个说卦传里面的分类，但分类完了，它方法学基本上用五行的，而周易是阴阳为主，五行为辅，而像梅花易数那种是五行为主了，你可以说它是衍生门类。跟着易理易是怎么呢？专门探究里面的方法学跟道理，这个道理包括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做人的道理。所以古代的科举考试经常考周易，尤其是易传部分。为什么？儒家的东西啊，说的讲道理啊。所以你发现易传很多东西实际是什么东西呢？我感觉是孔门在卖自己的私货，把自己很多私货塞了进去的，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东西都能找到痕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在里面也有痕迹。刚才不讲得位不得位吗？你位置对不对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很多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感觉儒家的人注解的义大部分走这条路，义理，就我跟你玩道理，说他不是纯粹说拿来算什么东西，说理也很充分啊，跟着一个是比较柔和的了，等下把前两个揉在一起，等于说我两边都兼顾，因为什么呢？你真的分不开，道理之中含象数，象数能彰显道理，那玩的是这一个，它比较平均，中医玩的是这个，中医玩的是最后一个，怎么讲呢？我既用你讲道理，我也用你的象数思维方式来说明问题，所以中医比较像后面一个，儒家比较像中间一个，而民间那种术数类比较像第一个，所以就变成了真的没法评价中医是什么东西，你是哪一派的？或是有的人根本讲不清自己是哪一派的，你别以为人家玩相术就没有意义，一样有啊，只是比重不同的。下来，周易的基本原理，我这几句话大部分就从刚才那个戏词里面摘下来的，也就是说这几句话对中医学的启发特别大。比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注意啊，它是道啊，它不纯粹是理啊。那我们下来，我就会衍生出操作上这个道怎么操作。跟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什么叫形而上呢？无形可见的，以规律的形式呈现的，形而下有形可见的，研究具体物质的。西医学完全可以说是气的学问，中医学是以道统气，道气合一的学问。你现在玩中医的人相当大比例搞错方向了，现在去玩气，把道丢了，你道丢了，你的气又玩不过西医。所以现在中医之所以有部分疗效不好，不完全是医学不行，是医生不行。其实没学到家，啊，或是这样，你学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医，而是现代人因应自己的知识背景改造过的中医。啊，当然这种中医有个好处，我也不能说这种中医没好处，入门特别容易。是这种中医倒不得一概抹杀掉，它入门容易，比古代确实容易。我感觉古代那种学法成才率很低的，十个能成两个差不多。现在假如你在高等院校，我估计十个能成九个吧。啊，当然毕业的时候不止90%啊，更多。但是有的是应该说混混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着重比较中西医的区别，而且关键是讲清楚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同时各自的优劣在哪里。说老实话，我经常看微信的一些中医文章，都是弘扬中医挺好，但弘扬中医同时打西医，我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总觉得有点偏。你可以说中医好，你也可以说西医某方面有缺陷，但是假如靠打人家来抬高自己，我觉得是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西医有部分人压中医是源于中对中医的不了解，你可以原谅，但中医有部分人刻意压西医，不是源于不了解，是源于不自信。你应该客观评价两门医学都有独立存在的那个土壤，都各自有优缺点。你可以说治这个病中医比西医优势，优势在哪里，但你不能由此类推整个西医学比你差，那是两回事啊。你具体到一个病，肯定某个病西医更好，某个病中医更好，其实大部分病是中西医一起来，但是各自的比重不同，你主攻这个我主攻那个更好，因为两个你们学起来你真的会发现真的是互补，你搞你的结果，我按我的关系，是吧？你搞你的局部，我按我的整体，玩局部快呀！啊，但你说副作用大，那中医来搞定你的副作用。所以有时中医除了可以治疗病，
我还可以治疗你，又由于西医那个进度太快了，你造成了副作用，我专门搞你的副作用也行。说中医没那么狭窄的啊，但我不排除你写文章的东西来让调侃，那是调侃还调侃，但是有的东西别当真了。还有某个病是你中医好，那也无所谓，但你不要由此得出结论，好像我很虚荣一样啊，我整个医学压住你了。话说你大概这样讲，功能性的疾病，可能中医比如什么体质啊、亚健康啊、功能性疾病啊，这部分中医肯定不是弱势。但是假如到了器质性病变，我也不能说中医不能治，中医也能治，甚至有些病种会比西医好，但你整体比较的话，恐怕不能说你占优势。所以你对中医应该有个，所以我很怕很多中医学中医的人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不相信中医，然后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个是把中医当做了宗教，迷信得不得了。下来，其实整个《易经》的中心思想是这一句：“易从则变，变则通，通则变。”整个《周易》讲的是变化的医学。至于怎么变，那太多了，比如五阴六气，你不是按照一年气候在变，还有一辈子生长壮老矣，你一个病具体发展到哪个阶段，你正变了，我治疗就跟着变，还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所有都是变的，没有不能变的。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经方能不能变，我也不能说绝对能变，大部分可以变，而现代人已经在变了。最简单的那个肾气丸，原来是桂枝，现在改成了肉桂；原方是生地，现在改成了熟地，已经在变了。而且还有一个疗效更好的，在这个方基础上加上牛膝车前子，变成了寄生肾气丸，疗效更好，不容易上火。还有六味地黄丸，其实也是变了，他把肾气丸的那个六味地摘了出来，把生地改成了熟地，原方是生地啊，也变了。这个变化我到时候会讲很多例子。跟着生生之味意，生生之味意，那个我们觉得这个导师可以讨论中医学的某些优势，这个优势不是说体现在我治疗上如何如何，但治疗上能够体现，它更体现在中医学恐怕是一个可以比较长久发展的医学。依据在哪里我们到时再说。另外一个不生生之谓医吗，可以讨论一下八段锦啊、太极拳之类的。为什么呢？八段锦、太极拳玩的就是生生之气。你说什么叫不是生生之气？凡是用尽直来直去的都是死气，你问都不用问啊，一拳打出去有去无回，那不是死气是什么？你看我们太极有来有往哦，有来有往才能生生啊。你看那个太极转圈的啊，还有一个立向正义静义，也是周易的重头戏。整个中医学或是中国古代文化很强调一个相，你看我们的舌相、脉相、脏相，你根据这个相你得到什么启发，等于说我们这个相是拿来归类的，同类的东西有相通性，它是根据这个类同则比，那比如五行是五行同类的相放到一起，八卦是八卦同类的相放到一起，所以古代的基本逻辑是相。但有的人说用相不是很粗糙吗？是教材粗糙，实际上方法学不粗糙。等一下我会讲一些弥补相粗糙的方法。跟着以实为证，这个观念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人参考，我们不讲时空吗？
其实西方科学参考空间更多，东方科学参照时间更多。为什么？你不求道吗？道无形，时间也无形，道有规律，时间也有规律，道不能切断，时间也不能切断，所以时间跟道的那个吻合性更高。所以你看中医的时间医学发育的相当好，什么五运六气啊，子午流注啊，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但地理的医学一般。你不能不能广东太简单了，一个阳虚阳浮，一个脾虚有湿，那基本上是你的人广东人的那个体质背景的，我很容易总结出来啊。但是时间是一直在变的哦，那比如今年的运气跟明年的运气跟后年又不一样。跟着还有这句“易简的天下之理得矣”，周易没把事情搞复杂了，只把它搞简明了、简单了。那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具体学习，怎么把很繁复的医学经验、知识把它简化，怎么简化？简白了。可推，可以推的就简单了。我们现在呢学医学什么呢？不是可推，而是可背。你就背吧。当然基本知识还是要背啊，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需要背的比例没那么大，能推可背的东西就少了。那么下来会介绍几个图：河洛、先后天跟太极。首先一个太极，我们最常见是这个太极，而且有的网上不靠谱还把它变成了标准太极，标啥？这个才是标准太极啊，最简单的文字推演，太极生两仪。什么叫两仪呢？两仪是阴阳，你没发现这两个图已经有阴阳了？那既然太极生两仪，太极应该是阴阳的前身。但是呢，你说用这个来做太极呢，有个麻烦，那个含义太广了，就等于说你拿来推理好像没那么实在。好，那既然现在大家都把这个叫做太极图，那就约定俗成吧，那就太极吧。实际上这个应该叫太极两仪。为什么这个叫太极？我到时会解释。又有人把它这个叫标准太极，这个不标准，这个才标准。这个图哪里来的呢？根据二十四节令日影长短测出来的那个数学值，你把它变换一下就是这个，等于是太阳跟地球相对运动的一个投影图。你这个图只是方便啊，说这个简单讲是简化太极图，不是标准。或是准确一点吧，这古太极都是古太极标，这个比较标准的古太极阴阳图。下来我们会怎么展开呢？首先为什么是圆的？另外这个像两条阴阳鱼，这个阴阳鱼说明中医什么东西？这个圆形可以从宏观推到微观。好，鱼眼有什么启发 ？H 型曲线什么启发？你可以从生活到工作到太极拳。再到医学怎么用？因为我所有的举例大概都应该会贴近医学，时间有多了往生活里面外延。你不要学了半天太极拳，连太极那个图你都看不懂，不知道它干嘛的。河洛。河洛重点讲数，你看白点黑点这些是数。说老实话，河洛这个数我会做介绍，也会介绍在中医学初步怎么学，但是我在这里展开恐怕不是太多，展开比较多是哪门呢？就是范银哲老师开的那个心法，因为他那边展开的比较充分，我这边就不占时间。那洛书是这样的，所以河洛是讲
和洛跟哪个关联大呢？和洛其实阴阳五行关联度大，但是假如硬要说权重，五行的比例更大。还有和洛，尤其是洛书跟后天八卦的关联度非常大。我们原来不是听过一个看《三国演义》，我叫什么九宫八卦阵，洛书就是九宫啊，把八卦往里面一放就九宫八卦了，所以这几个图是联动的哈。啊，一联动我就好玩了，哦，我现在经常在网上看那些太极图，真的是五花八门。首先一个太极图，那你注意啊，太极先后天八卦和洛都是，这是上，这是下，这是左，这是右啊，他们是可以互相套叠的。我们现在放的很多太极图是什么呢？把白色放到右边。黑色放到左边，为什么呢？他说放到人体身上符合这个人体本身。哦，你这样一放的真好玩的，你敢不敢把河图洛书给我左右颠倒？不能这样干的，很多文章现在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太极这样一颠倒了。那可能这里有的同学就产生一个疑问，到底人体的左右怎么分？这个太复杂了，我到时再讲。因为现在假如我现在讲又讲不透，容易引起争议。其实真的这个太极图真的有点复杂，比如说它放到一个独立的位置，比如躯干跟面部，它有它的方法。但假如说我左手右手怎么算左怎么算右，又有另外一种算法，放到背后跟放到前面又不同的方法。你不能说放到背后就透到前面，放到前面就透到后面，没有这回事。而且我讲的不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必须找出依据。最简单的，比如用药，你说从这边升上来还是从这边升上来，还真不太要紧，你爱咋转咋转，反正转就行了嘛。但是你针灸是有操作的哇，是啊，你哪边左哪边右，你不是有挂位的吗？推拿按摩有操作的哦，那我就给你找古人的图，给你找现代人那名家的图来给你演示到底怎么放才是正确的，而不是我一家之言。而现在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应该这样左这样右，又讲不清楚，那很多人会昏，而且这个拍成视频会放到网上都。当我没讲清楚的时候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到时再讲清楚。好，下来就是会讲这些内容，易学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因为前面那部分还是偏周易内容，当然我讲那部分内容已经开始跟中医挂钩，但真正深入是在这里。那阴阳学说，阴阳学说刚才讲过，我们可以通过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来理解，甚至各种阴阳失调，比如说阴盛阳盛、阴虚阳虚、阴阳两虚、阴盛隔阳、阳盛隔阴、阴阳离绝，都可以用太极图表达。你无法太极图做些变形就完了。你说太极图你看不懂，那简单了，用直方图来表达，可以用图来表达。五行学说，五行学说依赖的主要是后天八卦跟河洛。但这里先声明啊，后天八卦跟河洛不是纯粹讲五行，还是那句话，阴阳五行之中，五行的权重更大一点。还有一个是《黄帝内经》的脏器法师，脏器法师我觉得那篇挺好的，它就是天人合一。比如说我们五脏之气，春夏秋冬昼夜神昏，什么时候比较旺，什么时候比较衰，这是真正天人合一，可以指导临床。但是黄帝内经的观念好，它里面的计算公式我觉得在某个小点上出了点偏差，在有的地方逻辑上不是很顺。那后世发展起来的五行的修旺那个更合理，所以到时候我会引进来。先讲《黄帝内经》，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的可能小瑕疵在哪里，再用后世的那个五行修旺那个来给它做一个可能的修正。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叫纳音五行。纳音五行是按六十甲子，六十甲子里不是有六十个吗？那么按五音十二律，那么加起来也是六十。以六十甲子每两个连杆枝为代表一种特殊性质的演变五行，这个五行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看吧。那我们教材的木火土金水简单的五行是比较死板的，什么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但你没发现，假如按照纳音五行，那我有这么多木，有这么多火，有这么多金，那他们的关系恐怕没那么简单。那我举个例子，比如金跟木的关系，那比如我见风金很锐利哦，一碰到杨柳木，杨柳木完蛋了。但是见风金碰到了松柏木，松柏木不怕，为什么呢？松柏木是成材之木，木不砍不成材，这种木反而喜欢金。还有平地木，那大林木我多啊，你砍吧，最后你要把剑砍崩了我还在啊。所以你纯粹五行其实很单调的。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肝五行属木，肺五行属金，假如我肝很弱碰上肺很强，肝完蛋了。但每个人都一样吗？或者我肝很强我肺弱，那你那个肺压根就压不住那个肝，你还能说金克木吗？所以这里就出来一个，那比如说见风金对杨柳木，那不叫克，叫蹭了，过了。但假如我见风金对大林木，那个叫不克，你克不动啊，我多啊。好，那假如见风金碰到了松柏木，那叫喜克，我还喜欢你克制我，那是不是关系复杂了我？立体很多了我，哪有那么简单了？我说古人的方法学，你能感觉到它有缺陷，其实方法学有修正，关键你有没有引进医学，那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那你比如说你是白蜡金，就意味着你的肺很弱，那白蜡金你哪种木你都克不了，你克啥？这变成了多了这个解释性，好了很多，而不是那么纯粹，你那么纯粹木火土金水就一比一的关系。但实际上人体不是一比一的关系，每个人的心肝脾肺肾强弱是不一样的，我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这种来说理，而不是很单薄的木火土金水。不等于八卦衍生成六十四卦吗？方法学上。好，再来一个五行互长。你注意，五行互长跟刚才纳音五行有点像，但不是完全一回事。那刚才是一种金分成六种，一种木分成六种，现在不是。现在是任一个五行下可以再含，那比如说木，木本身就可以含木火土金水。那是另外一种方法。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木型人，应该是瘦高型，面色青，劳心者。为什么劳心者呢？以后再说吧。这是很典型的木型人，但问题谁规定木型人一定面色青啊？你不能让人家面色红啊。那假如我瘦高面色红怎么办？简单啊，木中含火。我瘦高的来面色红，我还线条起棱起角，木中含金。说大部分人的，假如按五行，实际上是以某一行为主基调，混合型。这个在中医学里面有，那脏象最简单的，心开窍于舌，你不前提五行属火了吗？你还舌尖心肺，舌边肝胆，舌中脾胃，舌根肾，不是五行中火之中包含了木火土金水。肝开窍于木，五行属木了哦，你还有一个什么五轮学说？五轮学说不就又把一个五行含在里面了吗？中医学很多这样的，那这样等于说把五行细化了。
这里其中包括账项，包括诊断，针灸。针灸你说怎么包含？简单的一条筋，不是有五行吗？那你肺经五行属金啊，你肝经五行属木啊，但你别忘了每条筋还有个五腧穴啊。仅营输经和本身有五行的我那个穴，变成了那你木的这条筋有木火土金水五行穴位，火的这条筋也有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穴位，那不是五行之中含五行。药一样的，古人那个药啊，比如土中之金是哪个药，土中之土哪个药，土中之木哪个药，土中之火哪个药，方一样。上相，上相用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模型，阴阳五行八卦。但阴阳五行八卦有个前提，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阴阳的本质是阴阳气，五行的本质是五行气，八卦的本质是八卦气。而对于气怎么理解，到时我们再展开吧。我感觉很多中医人对气的理解是不到位，把它当作一个很肤浅的哲学的概念，或者是人造的概念来理解，这不到位了。藏象的象其实包括了什么呢？你别否认啊，不要说中医没解剖啊，藏象的起源其实相当大比例是解剖，比如心主血脉、肾主水、肺主呼吸、肝藏血，这铁定从解剖来的。但是有了解剖之外，中医学可能感觉到纯粹靠解剖不容易，或是不能完满解释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所以外延，外延用了很多方法，比如生理病理的外在观察，观察完了反推内脏处在什么状态，反推完了，这种反推有可能出错的怎么办？临床印证化反证，就我用药用针试一下我的那种猜想对不对，对我就肯定下来，错我就否掉，中间还兼夹了很多内证，刘立宏那个内证我们到时再讨论。阴阳相、五行相、卦相，包括图相在里面，还有正官相，比如君主之官、将军之官、相父之官、天人印象等等。但是你应该这样讲哦，我到时候讲具体一个知识点，我可能会告诉你，比如肝藏血，可能从解剖上来的那个可能性更大，但是它跟后世发展起来的相也说得通。你不是木月取直吗？肝藏血，人动的时候血放出去的，人静的时候回流的，你别忘了木月取直，放出去是直疏达，回流是取，所以解剖相跟我们那个什么五行相之类的不矛盾。而且每一个功能它的相源不同，比如肾主拿气，它的相源极有可能是从土那里来的，然后后来把它理论化，又把它临床做了一个实践印证。所以这里会讲清楚每一个脏每个知识点它的相源可能是什么，加深你的理解。所以有的就等于说这么多的相源，其实每个知识点的来源跟权重比例不一样的。你明白的它来源，对它的理解深了，你可能用药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关键是原意以为说，你别以为是我搞出来的，我到时候会引比较多的古代医家的引文，就是用八卦用四象来解释医学的，不是我独创的这个东西，别误会啊，古人就有啊。你说为什么现在教材没有？很难猜想，为什么呢？五四之后不打倒孔家店吗？我估计是这一脉慢慢就不是太多人懂，所以不容易写进教材。写进教材你也找不到会教的老师，那怎么写啊？教材要大家懂啊。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我们现在白话版的教材是70年代开始的。70年代什么时候啊？文革。你写个阴阳五行都挺冒风险的，你敢写八卦？那不敢写，几十年过去了，忘了。
不知道还有这一块。我们不敢说失全，但是至少是知道的不是太多，即便知道的也看不懂，说教材没放进来不等于没有。应该这样讲，明清时代的医家假如不懂用什么四象八卦来说理的，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一个没文化的医家，很普遍。我后面就会讲各家学说。你现在有两个医家不是最火的吗？一个是郑清安，一个黄元玉，都用这一套啊。你那个元运动从哪里来？不是黄元玉那里吗？那黄元玉还是用这一套的。说中医学的认识论是道象气，那这个气是具体的解剖脏器，它有这个基础，但是它更多是用象脏象脏象，但是这个脏跟气都是在道统之下，还是有个天人合一，有个大规律制约住你，而它的走向是这样，以功能以象以实用为取向。你说西医以什么为取向呢？其实西医我觉得挺简单的，就一句话，结构决定功能，他就玩结构，我就从宏观一直玩到微观，一直剖下去，那么然后结构决定功能，不，你分子，这个分子有什么作用？然后你这个线粒体，线粒体怎么作用？这个细胞分开来，细胞质、细胞核各有什么作用？然后把它拼起来，这是西医学的取向。你说这个八卦模型，或者是四象模型。真不是我啊！你看《黄帝内经》啊，只是这个图是我原创啊。那中间是脾，上面这里是心，这里是肺，这里是肾，这里是肝。原文《灵枢·阴阳系预热》那我举个例子，心为阳中之太阳，什么叫太阳？日到中天叫太阳，相当于中午。你看我整个太阳出来了。肺为有两片地方出现了问题啊，一个黄帝内经，一个阴中之少阴，一个阳中之少阴，现在公认是阳中之少阴，为什么以后再说，但为什么是少阴呢？少阴在这里，少阴是太阳下山见到一半太阳的时候。好了，肝为阴中之少阳，少阳在这里，早上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看到斑纹红日，然后肾为阴中之太阴，太阴在这里，我们人站在地平线晚上看不到太阳，所以月亮又叫太阴，就全黑。剩下一个脾为阴中之至阴，你注意啊，至阴的至不是太，是多，太的意思是多，少就是不多，至的意思不是多啊，至的意思是道。这个地方是从阳入阴，从阴出阳的枢纽转折点，不要误读。但是呢，我过后我会把它变成这几个图。当然现在因为今天是介绍课程，不是说明内容，所以现在我不展开。但是你看见没有，灵枢的篇名叫做《阴阳系日月》，这个阴人体阴阳从哪里来的？从日月来。天人合一，观察天地阴阳，你就能推导人体阴阳。再下来八卦，这八卦五脏六腑用的主要是后天八卦，主要是后天八卦。好了，下来我主要是从这几大系列来完成。那你看正木少阳干系这样像什么意思？少阳是四象，中间这个少阳太阳至阴，少阴太阴是四象，你说不是多了个五吗？那是为了跟五行吻合，人为的加一个。其实四象就阴阳太少，加至阴是为了配五行。好了，外围这个是八卦中的五个卦，分别配五个脏。其实八卦都可以配五脏，
但另外三个卦是属于没那么正式的，就属于辅助的，我这里不列出来。但我讲的过程中其实不是以只讲他们，还是按照刚才的说法，这个知识点从哪里来，只是我会比较着重的弥补四象八卦这部分的理解，因为教材缺，因为缺了你对这个藏象的某五个功能的理解深度就不够，会影响临床操作。还有三焦，三焦是有形好还是无形好，现在又有争论，那我这里会有一个结论，至少是我个人的倾向性意见。还有奇恒之府，里面有什么古怪，反正肯定会有一些补充是教材之外的。好，我现在列一个藏，一个功能，让大家体会一下，用卦象来理解是简单的还是容易的。坎水太阴肾气降，有的人觉得奇怪，肺不是太阴吗？两码事啊，经络命名跟脏腑阴阳两码事。经络命名是经络的，脏腑的阴阳太少是脏腑的，这两个不是一回事，要不学到这里就昏了。好，肾之象五行属水，对应冬天，假如一天对应是子夜，为阴中之太阴，后天八卦配坎卦，坎卦等一下我们列出来，方位在北方，但是别忘了还有个先天八卦，先天八卦讲阴阳的，先天八卦的北方的位置是坤卦，这可以做参考。好了，我们把它变成图，大概就这样。那我们先看一般的太极图，刚刚讲的这是心，这是肝，这是肺，这是脾，这是肾，配的是这个卦，两个阴爻里面一个阳爻，你没有发现刚好是这一圈，阴中含阳，这里说明一个什么呢，坎为水，但至少你能看出来肾的位置阴多阳少，那你这里已经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是阴肾为水火之脏吗？谁重要？肾阳重要。为什么肾阳重要？物以稀为贵，你少啊。另外一个，从位置来看，阳气不是在，阳是生的，阴是降的，阳气一定要在下部才能温，向上温五脏六腑。哦，兄弟啊，你又少，你又占据了重要位置，那就更重要。那我们看看，那这个是量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位置啊。位置什么？别忘了，这不是刚才冬至的太极图吗？冬至相当于半夜，所以对于肾来讲，它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它的阳气是得位的，也就是位置是对的，但是量是少的。你先给它确定两个基调，然后下来肾的功能就容易理解了。我不讲它的功能啊，因为展开不够啊，因为你讲什么主拉气、主水、主生长发育与生殖，还女子七岁、男子八岁，那就讲到明年，那个以后再说，就真正开课再说。我拿它的一个小的，不是功能，而是特性来讲一下。肾的特性，第一个，主则守卫。主则什么意思呢？则长。到了冬天，动物冬眠了叫蛰藏，所以肾藏是它的特征，冬藏之象。藏什么呢？首先藏精，这个纳气就是藏气，主水就是藏水，整个意象是藏，所以肾具有前藏、封藏、闭藏的生理功能，主要藏的是精气。好，你掌握了这个要点，那么就出来第一个意象，冬藏之象。还有你没发现刚才那个坎卦，阳藏阴中，好的东西藏在了阴脏，那就决定了你以后凡是开补肾药，麻烦你给我加收敛药，没有一个补肾方没有收敛药。那六味地黄丸有山萸柚，有山药，
由六位帝王衍生出来的，不用讲了，什么杞菊帝王、淄博帝王，什么左归、什么右归、什么圣器，圣器王也有这两位啊，都有，甚至连最不应该出现那个收炼药的那个真武汤，真武汤不是治水肿的吗？治水肿你好像那道理不应该，还有个白芍，白芍是酸的，我有炼的，所以治疗肾的基调除了补，你还得给我炼泽肠。下来重心是下面一个守卫，守卫什么意思呢？肾阳寒于肾中，潜藏不露，以发挥其温虚与推动作用。这个就刚才讲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第一个，那阴，你是阴中之阳，你虽然量少，但是你位置很重要，因为你在下部，你只有你保留在下部，你才能从下而上温五脏六腑，所以强调你的守卫。但是这里有一个潜台词的，强调肾的守卫意味着肾阳不容易守卫，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了。你兵力又不多，把守的位置又重要，你这个家伙还经常私自跑，私自离岗的。你看他怎么离岗的？等一下，那这里我们引进几个概念：军火相。什么叫军火呢？别把军火理解为心火。你看，我们只听过心火亢盛，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军火亢盛。军火只能指什么？军火指的是心的正常阳气，它不止病理的东西，只指生理。为什么正人君子？你只能正不能邪。君主也是明君，尽管昏的也不少，但是至少是希望做明君。所以军火指正常阳气，一般不止病理邪火，但相火不是哦。相火可以歪可以正我，因为你宰相就站旁边的，而且历史上奸相比例还比较大的。那相火可不可以是生理的？可以，相火可以是生理的，可以是病理的。关键看起来多了两个字你就烦了，妄动。相火妄动才是病理，但是一般讲相火生理，说别以为相火是不好的，相火可以生理可以病理。好，再下来，相火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相火，比如说肺的、三焦的、肝胆的火，都可以叫相火。不妄动就正常阳气，妄动就是病理。但是我们通常讲的相火是狭义的。我们最常见讲的相火是什么呢？肝肾火。肝肾火又可以叫做雷火跟龙火。这个就是从中医来的，为什么呢？肝配的是震卦，左边震为雷，所以肝火又叫雷火。肾为什么叫龙火呢？那龙火配的是肾啊，你看啊，这里是阴中之阳，等于说肾阳是阴中之阳。那古人很简单呢，阳是主动的，水中生物什么是最动的呢？龙。你说有龙吗？当然有啊。先不说我们那个图腾里面的恐龙不是龙啊，上古的传说瞎传的。恐龙什么生物啊？它长在哪里啊？水里面的哦。它在长在水里面，可以上陆地，有个别龙还能飞哦，海陆空哦，山西动物人家。所以你看刚才不叫飞龙是吧？潜龙勿用，在水里面，见龙在田飞到低空，然后九五飞龙在天上升。所以肾火用龙火来表达。所以我们经常看见我们书经上是雷龙之火，龙雷之火就是肝肾火，因为这两个经常狼狈为奸的啊。一个动，你别忘了肝主生。假如龙火一动，肝火铁定是，打虎亲兄弟一起干吧，坏事一起干。
是啊，你说怪我龙火吗？我两个一起来，雷龙之火各打50板，那罪责也轻了吧？好，下来一个是位置问题，刚刚讲了，因为你的位置重要，另外一个质量问题，质量问题牵涉到什么？是吧？在肾里面，虽然阴阳都很重要，但一般来讲阴不太缺，阳缺。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说老实话，补肾阴不是很划算。为什么呢？你想想呢，我补了肾阴，肾阴在下部，阴水月运下，我阴怎么才能滋润五脏六腑？必须是从上往下。所以你这边补了肾阴，你说肾阴虚，我补了肾阴，你必须给我补肾阳，把它增上去，要不你就傻了，补了半天上不去，还搞成皮湿了。所以我告诉你，古代那个方我考究了一下，中药补阴药用的最多是两个药，一个熟地，一个是麦冬。熟地很容易，凡是以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为加减的都有熟地，那没跑不掉。麦冬为什么？麦冬补心阴、补肺阴、补胃阴，心主降，肺主降，胃主降，全部是降的。你补了它，多占便宜啊！从上往下灌溉五脏六腑。所以从战略位置上，肾阴也不占便宜了。好了，再来，不是龙火吗？有两种龙火，一种叫做水浅则龙生，一种叫做水寒则龙起。这简单的，什么叫水浅则龙生呢？教科书，阴虚则火旺，阴虚制约不住阳，肾火就上腾，这个叫做水浅则龙生。这个教科书告诉了我很多，这个就是滋阴降火。滋阴降火大概两个方，一个是滋补地黄丸，因为六味地的清火作用不强，是另外一个可能我感觉更好，大补阴丸。为什么大补阴丸？它里面有龟板，从上往下压，而滋补比较偏到是滋阴清火，它降的意象没那么明显，但我不能说它没有，因为黄柏也比较重。但是大补阴丸有黄柏，有黄柏有龟板，我两个又清又压，可能更理想。但是我们今天重心不是讲这个，因为这个讲烂的所有教材都是把那个阴虚火旺当作阴虚，但实际上我就结合我们广东吧，广东人经常说自己上火。但是问多两句完全露馅，你说你上火，我问你，你平时怕冷多怕热多？多半怕冷多，吃东西能够耐受温的还是耐受寒的？很多人我上火，我喝凉茶就越喝越糟糕，但是我温的也不行哦。其实我告诉你啊，假如容易上火的人喜欢吃温的，基本上是真寒假热，但是假如容易上火的人，寒也不行，热也不行，还是很有可能真寒假热。什么真寒假热呢？真寒假热换一种表达就是阳虚阳浮。我们可以这样理，有人说不是阳虚则寒吗？怎么会有热象？一般是这样，确实，阳虚的典型表现，阳气有点像热能，阳气不够，热能减少了，当然是寒。但是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气态，它就好办了。阳气越多越浓越稠越下聚，阳气少了，气体一稀薄，上浮外散。气体一上浮一外散，就表现为上部外部热象，下部内部寒象，那个就叫做阳虚阳浮。就用这句话来表达，水寒则龙起。什么意思呢？他是把那个龙拟人化了。那比如说我们人洗澡在那个浴缸里面，最舒服的应该是接近体温的水温吧，37-38度。你把人放到热水里面肯定弹起来，你放到冰水里面一样弹起来。你现在就把龙放到冰水，水寒则龙起。好，我们这里用几个卦来讲，这个叫太卦，为什么以后再说。这个叫脾卦，不脾极泰来吗？人觉得奇怪，你看这个，这天在上地在下很正常啊，以后再说吧。我们不把它当天地看，当阳气看。你没发现这个是阳气在下部，阴在上部，
阳气在下部可以自下而上温五脏六腑，阴在上部可以从上而下滋润五脏六腑。说什么叫太？太就是通太，阴阳交通了，阴阳各自发挥功用的。但现在的水寒在隆起，反过来哦，阴在下，阳在上，阳浮到上部外部，就出现上部外部的热象。我感觉现在最常见的是哪几种呢？首先第一个，反复发作性的口腔溃疡，太常见了，而且用了什么清胃散啊、玉里煎的，啥都没效，不行，那你就考虑这种。还有比如经常青春痘、耳朵流脓、鼻肿、咽喉痛、高血压、失眠，反正一大堆上热症候。但是光是这样你不能判断人家是真寒假热，麻烦你给我找到真寒的依据。比如比较怕冷，至少比常人怕冷，吃东西能够耐温不耐，耐温不耐寒，或是寒温都不耐。女的来月经的时候，金色子汗、假血块，小腹有冷感，喜欢热水袋。冬天睡来睡去睡不暖那个脚，下肢关节酸软，淤阴雨天加重，这不是下寒吗？内寒吗？你只要找到下寒内寒的依据，再结合原来的治疗，用了清热药、用了养阴药都没效，九成是这种的。再加上你现在地处广东，哼，九成九，容易阳火啊！你本身这个地区就容易阳火啊。阳火又分几种啦？你比如说，第一种，你看，你上面三个阳爻，下面三个阴爻，还觉得至少它位置不对了，但是那个量好像还没亏多少，你到了这个麻烦了哦。你看四阳，四阴两阳，再到这个五阴一阳，这个快完蛋了。为什么呢？亡阳从哪里亡的？向上亡，向外脱。这个叫做剥卦，剥削的剥。所以你看呢，从阳虚阳浮，我们看仲景的方有的，比如白通汤啊、白通加猪胆汁汤啊，它治这个。但你发现仲景的描述是相当重的。但你看我刚刚讲的什么口腔溃疡啊、心烦失眠是比较轻的，那怎么表达简单呢？轻的我用这个来表达，重一点的我用这个来表达，再重一点我用这个来表达。那你比如说反复发作性的口腔溃疡，我的经验类似这种情况，假如不是很严重的，经常那个半夏泻心汤搞定的。为什么？它是寒热混用的。但稍重一点的焦太丸加味，再重一点的正清安那个前阳风水丹，变成了你指导临床同一个东西，我用卦来说明，我还可以量化。而且你没发现这种很直观，阴在上阳在下。你看你像这种这种卦，阳在上你除了上火你能干嘛？阴在下你除了湿除了水肿你还能干嘛？阴阳分离了。好，治疗上类似于这种水寒则隆起，首先第一个补阳，补阳还不够，别忘了一补阳气除了补到下面它往上走的哦，自动往上走的哦，所以你必须引火归元，把它引下来。引下来有两种引法，第一种自下焦如拳，非重不成，拳就是秤砣，就是火神派现在最喜欢的大剂量的桂附姜。你说有没有道理呢？道理讲得过去的哦，我大剂量的桂附姜一下给你补足了，你气足了自然下沉。但是经验呢，还有附子的批量呢，比如说你别得意啊，我这回用了50克，我好像很厉害，我用过50克，用过100克，下回换了一个批量没那么安全的，你用30克可能就中毒。所以玩这个，首先一个那个药物你自己是有把握，不是假的，炮制是到位的，进货渠道是很清楚的。另外一个你有经验，说像这种玩法非得很有经验的，有师傅带过的你才好，要不你个冒险太大了。好，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啊，用土来扶它吧。别忘了龙火是水中之火，张景岳有一个比较，他说地球上燃点最高的东西不是植物，
而是游。游着什么？游着是水中行火。他说油点起来的火，你有没有发现用水是扑不灭的？怎么办？用土来压。所以为什么，那我解释一下四粒汤吧，用这个卦来解释。首先父子，父子是大热纯阳，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像什么乾卦纯阳，天行健，也是走啊，说父子相当于乾卦。干姜温中，炙甘草补中，那里不是坤卦吗？以干姜炙甘草压住父子，还有一个父子走而不守，干姜守而不走，也是把你困在体内。你走吧，你只在我体内走，不要跑出去。你别忘了父子心胃的，心能发散的，他真能往外跑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四逆汤本身就体现了以土压火。但是麻烦在哪里呢？广东你压不住，广东土气薄压，你不用讲了，你那个鬼白云山才300多米，你好意思叫山吗？那叫丘陵。那个地方地势低，土气薄，天人相应，人就脾虚。还有水往低处流，你又湿，还有气候炎热，不断把地里面的水蒸发上去，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那就脾虚加湿。所以在广东你这样用四粒汤恐怕还压不住，压不住简单呢，钱价给我家龙骨牡蛎龟板之类的硬生生压下去流息。你这样的话就能做到既补阳又不上火。那当然你的量最好啊，你们初学者啊，你给我看着要点来啊，不要过分，至少你没那个经验。其实我感觉这样的效果更好。你别忘了，假如我不压那个父子肉桂是全身，那个父子干姜是全身乱走的哦，我一压你就在肾哦，我没浪费能源啊，你全身乱窜，所以你多啊，你有点浪费能源了、啊，是吧？很多人用了很大剂量的附子，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病是治好了，但是又带来了一些其他很烦躁啊，诸如此类的副作用一大堆。但假如说我用的巧妙，我没有很大量的，我就用钱降下来，你就给我在肾里面温，效果一样不差，而且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当然你说，假如另外一个，假如。我不用这个卦来解，我用这个卦一样可以解。这个卦叫夫卦，一阳来夫。为什么呢？父子走得那么厉害，它是一个动态性的药。下面这个是震卦，震为雷，动态的。我还是一样，干姜炙甘草压住了父子，就变成了夫卦。夫是一阳来夫，我对应什么呢？危重的时候，比如王阳，我用了四逆汤，我现在不是让你回到那个态的状态。我让你回复到夫的状态，慢慢来，至少你能回复。是两个卦都可以解，但我分别对应的是轻的状态，我可以让你由脾变态；重的状态，我可以从你从波变夫，可以这样做。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用了相当比例的桂附姜，假如还不满意，其实你可以加上艾灸啊。我一定要冒那个险吗？比如我艾灸关元，艾灸气海，不是也是补肾吗？再加一个涌泉，不是引火归元吗？你可以用艾灸来弥补你感觉到用药不足的那部分，相对安全。甚至你说我不用药，我想艾灸，艾灸想不上火，涌泉呗。但是那个量你自调啊。有的人半小时没动静，有的人20分钟很好了。你像我艾灸1分钟上火。但是我不是不必须啊，有时真的，比如说有时候大便烂，艾灸1分钟很舒服，但我一过就麻烦了，上半夜睡得很沉，下半夜不断发梦，阳气上升啊，下半夜阳气上升到心，热咬心神了，那我就知道每次艾灸我就知道了，我1分钟之内熄灭。这每个人量你自己摸吧。下来元运动，气机升降。那刚才是单个脏腑讲，你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关系了哦。
那肝生肺降，脾生胃降，心火下来，肾水上去。这里有多少对啊？脾胃一对，肝肺一对，心肾一对。我现在经常看微博啊，那个微信啊，转圈，不是很喜欢转圈吗？那确实转圈是很好，但说老实话，转圈不是万能的。你不是什么都转脾胃，是吧？什么都说转脾胃搞定的。比如说刚刚讲的阳虚阳浮也转脾胃，脾虚有湿也转脾胃。你转脾胃的前提，你转得动啊。你不是药物一下去，它立马就能转，而且啊，我不知道啊，我的设置我的思路很好，一转它就如何如何了，转得动吗？转不动怎么办？啊，比如说我明明想转脾胃的，转不动简单啊，疏肝啊，肝主升，帮助脾主升，胃降不下来，好办啊，降肺啊，肺降帮助胃降，不是搞关系吗？相近的东西你可以利用的，啊，假如说我补了脾，比如补中医气汤，你不生脾胃吗？你要补中医补气要加生麻黄芪，但你没发现里面还有个柴胡，柴胡不生脾胃的，生哪里？生肝胆，但无非是利用生肝胆来生帮助生脾胃，并不是独立的升降，有菌呢，为什么不用啊？啊，假如万一用了补中益气汤还不行怎么办？加个人参吧，干嘛补肾气啊？肾也是生的，能够利用的我就利用。说胃降不下去，降肺，再不行降心。那你这一对一对的可以利用，你这升降的可以利用，还有一个中医讲交感的，有没有发现这里？肝上在下，在下就升；心肺在上，在上就降。脾胃在中间，一升一降，等于说这个卷圈你要充分利用它们的关系，还是关系？别忘了卷圈的图，肯定这个图是标准的。你把那个图白的变右边，黑的变左边，那个是不标准。但是我也不强求，因为有的不太了解这个的话，应以人体的左右为左右，然后为了方便说明医理，我感觉问题也不大。因为药物升降，你从哪里升哪里降，我感觉问题不大。但问题别误解了，你到了刚才讲的推拿按摩针灸取穴，比如以肚脐为中心，哪边是左哪边是右，那真的有讲究，不能搞错的嘞。那个以后再说。下来升降法时，这个我一带而过啊，是吧？最简单的一个补中益气汤，哪个季节吃好？一定是春天，因为补中益气汤生的，春天也是生。但是有人说，哎呀，没办法，我怎么能等到春天才用药？那简单啊，早上同一个格局啊，说补中益气汤一定是早上用效果，这是到了我可以推的。好了，所有降的药物，什么玄胡带子汤啊、苏子降气汤啊、承气汤类的，麻烦你下午借助天时之气降。好，补肾药什么时候？晚上，别忘了晚上刚才阳气进到了肾，这不就到吗？你看我们现在医生用药怎么用的？医生什么时候吃药？随便，要不就饭前，要不就饭后。饭前让我学西医的，当然有的可以学，比如补药饭前吃，为什么？饭前吸收好啊，没浪费呀、啊。是胃肠的药，一般除非刺激性很大，治胃肠病的也是饭前，因为吸收好。但大部分是按照中医的升降浮沉来推的，就这么简单。问题是现在有几个医生是这样干的？就这么简单。这更复杂了。我们中医的很多症状，比如五更泻、阳陵潮热、湿温潮热、阴虚潮热、盗汗、夜半腹痛，都跟时间有关的。还有刘立宏的思考中医，就是在这几句话里面做文章了、啊。为什么太阳病这个时候郁结时这个时候，为什么阳陵病郁结时这个时候，通通在这个图可以得到分解。但这个图你注意啊，你拍下来。这里是十二地支，中间这一部分是十二经络，
配十二地支，外面这脏腑配十二地支，脏腑配十二地支跟经络配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这种我们讲的时候会很详细、很分明的给你一个答案。其实这里其实也是告诉你，中医用药有最佳用药时，也等于说中医用针有最佳用针时。别忘了刚才一句话，以时为证，时间医学。好，下来望诊。后天八卦，哎，把后天八卦往人的身体一放，这里就是比如上面离卦就心，下面坎卦就肾，这边左肝右肺，然后其他外围的巽卦坤卦就作为一个补充，包括看手掌、看腹部。你假如够胆把太极图左右翻转的，我估计你也够胆把这个八卦左右翻转，最后你还够胆把河图洛书翻转了。所以你翻转一个图没那么容易的，他们是联动的。好了，你翻转这个，麻烦你给我把河图洛书你也翻了，翻了你再画出来看一下。太极图翻转了没人知道，你把河洛翻转一下看看，会不会被人骂死？你首先要看清楚，古人看问题是以观察者为中心还是以你为中心，那不是一个概念。后面我这里会列的比较多诊断是什么呢？除了望诊，比如小儿推拿，你可以在腹部，也可以在手掌，从哪个卦推到哪个卦起什么作用。另外我会找一些现代的，比如那个薄志云的薄氏夫针，那个八卦怎么放，推拿按摩那个八卦怎么放，还有眼睛有个眼诊，左右眼八卦怎么放，还有眼针那个眼针那个是上下颠倒的，诊断是一个八卦，针的时候又是一个八卦，其实它还是后天八卦的变形，都会列出来。所以我讲某个观点，我不会凭空想象，我会找到依据。没依据，要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服谁。下来，这是张景岳的。张景岳这里有点类别，比如我见到哪个卦，我就可能想象他是什么病。这个我没太大把握，我倒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像起卦诊病的感觉，但是他没告诉你是起卦诊病，所以在这里也许能看见一些痕迹。我们学到这里也可以看看古人是怎么根据卦的形象来跟那个疾病本身挂钩，但这个确实是学周易的基本功，见到相就联想到相应的东西。好，下来养生与治疗，还是那个图，不是春夏秋冬昼夜神昏吗？但你发现我这里没有，我加了个月亮。初一十五也影响啊，你别忘了，尤其女的，你那个月经啊，按月来的。好了，这个图出来之后，我顺便讲养生了。比如春夏秋冬，比如睡眠怎么样，饮食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各种作息注意什么。春夏秋冬，那春夏秋冬你顺势就会推出东南西北。为什么夏天相当于南方？那南方人应该什么养生又在里面？好，中药印象。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中医教科书走样比较大的是中药。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学中药怎么学的？四气五味没了，跟着有个升降浮沉，但它的升降浮沉是服从于四气五味的，比如温热偏升，寒凉偏降，心肝胆偏升，然后酸苦咸偏降，那这样麻烦了。你说温的升，那我问你一句，苦温是升还是降？苦是降的哦，温是升的哦。这些影不影响升降呢？四气五味其实影响升降，但是权重不大。权重最大在哪里？太简单了，那个药物的比重。
药物质地重的降，药物质地轻的升。你看我们治感冒用什么？不是花就是叶，感冒肺系统还在上播。你补肾用什么？都用根茎啊、果实啊、动物药。所以真正的中药是这样看的啊：凡药之用，获取其气是气，获取其味五味，获取其形形状有关联，那个我们后面再论；获取其质质地，获取其性情。这个性情尤其是动物的性情。那你比如说什么蛇啊、蜈蚣啊、地龙啊，那种是动的，通经络。你试一下用龟板来通经络看看。你怎么不用龟板来通？龟板安静的趴在那里不动啊，那鳖可以哦。鳖软件上节，为什么鳖是钻山洞的？它喜欢在水里面钻来钻去的，是吧？鳖跟龟一动一静，功效就不同了。鳖能软件上节，龟不能。那获取其所生之时，那冬虫夏草款冬花，那不时间吗？夏枯草，获取其所成之地。到底药材各以其所偏盛以知之疗之，所以真正的中药是立体的。好了，那我们讲一个天人合一。刚才不是讲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中药从哪里来？一样啊，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四象啊，春天少阳，夏天太阳，秋天少阴，冬天太阴，四气从这里来。好，下来我真正讲的时候，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当然会举不少的药物例子，其实我不一个个讲啊，那我就举一些药物，那比如甘草、黑芝麻、山药、菟丝子、枸杞子、冬虫夏草、蜂蜜、阿胶，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有两个字，甘平。假如你只讲四气五味，它们的功效应该一样，都甘平啊，凭什么不一样？你看吧，首先蜂蜜，蜂蜜是黄白相间吧，有的白，白色简单啊，入肺啊，入大肠啊，黄色入脾胃啊，你是液态你就给我润啊，那至少而且你那么液态的东西黏糊糊的不用讲了，你惹招湿啊，你这个光是用甘平你解得了吗？啊，黑芝麻也甘平哦，外皮是黑色的，入肾，而且只能入肾，说补肾，另外一个你别忘了它里面的又是白的啊，白色入肺入大肠，润肺润大肠，说你搞个黑芝麻，你把它扒开，里面也是黑的，那你不用问了，那是染的。枸杞子，红色的，入血，里面包含精液、养阴，只能入肾，只能明目。那不养阴补血，明目补肾，只能补精。菟丝子，子，首先甘平能补。但是菟丝子是攀附类的植物来的，它可以这个攀附在这个藤类，一个礼拜把人这个植物本身遮盖住，说它很善于攀附。而张锡纯拿了治来干嘛呢？治那个滑胎，他说那小孩老是滑出来，就不善于吸取母体的养分。菟丝子既能够补阴阳，同时又让你善于吸取，你不攀附到人家那里去吗？阿胶，阿胶是黑色的鹿皮胶，黑色入肾，鹿皮胶以皮走皮入肺，然后它是用蓟水的阿井来泡制的。蓟水你注意啊，古代十二条经脉对应人体十二条河流的，蓟水相当于人体的心经，又入心了，补血，心主血脉，还有胶质的东西黏腻止血。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到了夏至开始，上面长出一个不是草来的，类似于草的东西，
那古人就把它当作类似草就植物，冬虫是动物，动物动属阳，植物或是相近食物是静属阴，说冬虫补阳，夏草补阴。但是中医学从来都是贵阳见阴的，所以用冬虫不用夏草。冬虫草的生长周期基本上是从冬至到夏至，冬至到夏至不是太极图的左半边吗？属阳，冬虫草补阳。山药产在中原好，得土气，补土补肺，炼性补肾。那我加上这种其他因素来解释，就比你四气五味丰富的多，而且说服力也高。你只能说，哎，这种取向没意义。那我就很简单，我就摊开这几种药，我说都告诉你，都甘平的。你看着的形象，你好意思说他们功效一样？你看着都不一样的，难道那种颜色啊，长成什么样啊，对这功效一点影响都没有？但现在中药没有了，中药是四气五味，然后功效。那你最简单，比如个柴胡，疏肝解郁，和解少阳，升举阳气。哎，你说，你注意啊，这是功效啊，这不是功效的原理在哪里呢？没有啊，死记吧。你现在学中药不死记吗？你不懂原理啊，变成中药。现在有个中药药理学不？但中药药理学是什么呢？现在中药理学是中药西理学，里面什么化学成分啊，是那个东西，变成你中药没药理而有啊，药理就在这里啊，你这不要呢？所以对于这一点，我真的不是太可怜中医，你自己把阵地丢失了，那人家抢过去，你不能说人家不对啊，你只能说你自己不太争气哦。方。处方，其实用药如用兵，处方就像古代的阵法，这里面我因为时间问题啊，我这里不展开啊。比如古代的阵法，锥形阵是进攻的，圆形阵是防守的，雁形阵是包抄的。你中药一样啊，有攻有守，有攻守兼施，所以我觉得方意就是跟那个阵的意思差不多。还有一个药象本身能够体现方意，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张锡纯用菟丝子治那个滑胎，其实他用几个药都一样的，它里面还有个桑寄生，简单啊，桑寄生不是寄生在桑树上的吗？你胎也不是寄生在人身上吗？那就以寄生治寄生，又多一个药哦，啊。那个瘦胎丸里面还有一个阿胶，他为什么用阿胶呢？你说用阿胶补血止血也对，其实他的思路是这样，你滑胎是小孩急着出来太快了，你不是阿胶是黑色的芦皮胶吗？芦怀孕多久了？12个月，你不是急着出来吗？我找一个慢的跟你玩。但是在本身药效它也讲得过去，我本身有补血止血，至少我也讲得过去。你别误会啊，这个瘦胎丸这种解法不是后人帮张锡纯那个解的，是张锡纯自己煮的方自己解释的，也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主方思路，而且效果相当好，它里面还有一个续段，你不得老是流产吗？断者能续，而且续断本身又是补肾药又是安胎药，所以药理上比如说我撇开取向，药理上讲得过去。现在很多那个妇科的安胎的基本方就是这四味，用瘦胎丸做底再加其他，那你说这种思路没有一点道理？人家张锡纯就按照思路来煮方的，而不是他煮了一个方已经有效，后人再附会来解释。至少我不能对他说100%肯定这种思路，至少你通过这样一看，他不是没有益处的。至于你说对他评价有多高，那你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很多方名，我刚才讲的焦太丸不太卦吗？坎尼沙、太极丸、升降散，
就直接是用周易的思路来命名。下来经络，经络不展开了，反正到时候讲到经络就会告诉你，它的构建过程除了实实在在，从实践经验来，它还融合了什么思路？那比如应地象很简单，首先第一个就我刚讲的十二经对应人体十二条河流，比如肺经对的是黄河，人体的穴位，你看啊，连中医的穴位是用什么来命名呢？什么海呀、泉啊、溜啊、孤啊、溪啊，都是水利工程的名字。你不治水吗？治经络就是治水。你看你的经络叫流注，什么叫流注啊？水的水才讲流注啊。所以经络模仿水利工程，模仿大陆的水的构架，所以用经络玩经络完全可以模仿治水，看大禹怎么治水。九六补泻，这个完全用术了，比如插进去连转九次跟连转六次，顺时针逆时针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用术的，像术像术用术。下来病因象，病因象我可能比较重心是讲六淫象跟痰象。首先一个六淫，我们很容易读《黄帝内经》读出一个误解，为什么呢？《黄帝内经》这样讲的，六气跟六淫的区别是，六淫是非其气有其非其实有其气，另外一个六气太过或不及，或是六气变化太过，你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气象性因素。当然在《黄帝内经》一开始可能真的就是气象性因素，但是在慢慢的演化过程中，你发现六淫没那么简单，它应该到了现在应该更像一个意象性病因，而不纯粹是气象性病因。啊，我举个例子，比如风，你说风为阳，邪其性开泄，人体容易怕风，好像跟自然界的风还挂上钩，但你来一个风性善行数变，那是自然界的风吗？是啊，人体出现游走性的关节疼痛，出现此起彼伏的疹，我们叫风疹，但你这个风其实取的是风的象，具有风象特征的症候叫风，并不见得跟自然界那个风直接挂钩。还有风性主动，那个风也是人体出现不自主的动作叫风，取向于风。所以我们的驱风药不是驱除自然界的风，而是驱除具有风的特征的症候，那变成了这个六淫，实际上变成意象性的东西。意象性的东西它包容性就大了，不是纯气象。那这个要讲清楚，那方便的理解啊。至于很多人问我们不讲什么细菌病毒，那如何治病？讲到这里有解答，因为用意象性我能把你的那个包含在里面，用气象性也很难包。啊，痰特别麻烦，不是又有形又无形，又狭义又广义，我在那个地方再展开吧。诊断，你看望诊不管望哪里都一定是按照这顺序的神色形态，这不像吗？舌叫舌相，脉叫脉相。还有我们中医讲辨证论治，但是你别忘了辨证论治有背景的，首先有病了，有症，还有症状。假如症状是点，很多个点可以变成一条线，所以症有点像线，有点像线。一个病有很多个症，所以病有点像面。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其实应该是病症症合参，点线面结合。要不你学完中医，你有时候会发现麻烦的。比如说我辨证明明正确了，为什么它会有效但效果不理想？其实你发现没有，很多医生治疗某个病它效果很理想的，除了熟辨证论治，它还有一个专病专药。有些病非得有几种药效果特别好的放上去，加上辨证论治效果才显出来。
所以你不能忽略了病。同时，一个病，一个症，在不同的病的背景其实不意不一样的。比如肝脾肿大，我们叫做征之。你看出现在什么病背景？比如出现在急性肝炎，好治，乙肝也不难，肝硬化麻烦了哦，肝癌我就不讲了。你同一个症啊，你中医都叫肝血瘀阻啊，疾病背景不同，愈后不同，所以强调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对，但你不能把它当作唯一。还有很多时候除了症，还有这个症状的症。有的病人来，他是慢性病，其实他要求不高，他没有要求你医生几乎要把我搞定，但是你要把我主症搞定，最不舒服的那个主诉你给我搞定，那个也有内在机理，不是说我一个辨证论治所有一下同时好，没那么便宜，有的好得快，有的好得早，有的还很难好。所以你病一定要病的机理清楚，症候机理清楚，症状机理清楚，你那个诊断才算完成。我们现在很笼统的就来一个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压根就不解释具体症状，你具体症状你解不透，你效果很真的很一般。下来六经，六经命名，哎呀，先讲吧，从内经来，那我讲的是六经辩证啊，从内经来，内经命名受什么影响？易经，那个后面再说。好了，还有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的开合术理论，哦，真的在伤寒内部自己解开开合术五花八门。我个人感觉用图来讲最简单。这个图从哪里来呢？从《黄帝内经》的文字再画成这个图，过后我会解。什么叫开？什么叫合？什么叫疏？用图来解释，就比你用那种很拗口的文字，纠缠来纠缠去都讲不清楚。用图很简单，开合疏。好了，再用图开合疏解完之后，再解释，太阳就失开，少阳失疏，那个阳明失和是怎么回事？就容易理解了。下来，周易损益理论对中医的启示，还有医理对各家学说的影响，我不能每个都讲，我就选一些比较有名的，比如刘安素、朱丹溪、李东垣、李东垣、赵宪可、张景岳、黄元玉、郑清安，说明我是有出处的，而且金元四大家这里已经有三个了，我是吧？你明清最流的，影响最大啊，那个张景岳是注解周易跟中医最多的一个一家，等于说，在理论上，张景岳那个论述是比较全，也比较多。而你现在对我们现在的医生观念影响最大，这两个也在这里。好了，最后会，凡做老师，最后都一定是这样的了。讲完小结，复习。那么我会把医相关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给你复习一遍。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再从这个角度来总结。那几种思维方式给你总结一遍，总结完了，其实强调各种思维方法有机交融，它不是完全独立的。最后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孙子兵法，因为我十天内容我估计孙子兵法会讲一天，就是孙子兵法在中医怎么用，这更实在啊。我们看啊，那兵家与医家都讲究谋略机变形势攻守进退虚实，前面讲过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所以这部分内容着重从兵家思想在中医的理法方药针之中的借鉴运用，让你感觉到临症如临症，防病如防敌，用药如用兵。我们简单体会两段孙子兵法的啊。那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智，此之迂直之计者也。看武侠小说经常出现什么后发先至，太难了，
你以为后发现自己你先出拳我后出拳，我就能比你快，除非你的神经反应速度异于常人，要不你根本做不到。就算你做到，你搞不好碰上一个比你更快。其实这根本不是反应速度问题，而是计谋问题。那比如玩太极是迂的哦。那比如说你一拳打来，我太极跟你比快，谁先打到，我比不上你。但是假如我不以打死你为目的，我以打中你为目的，我可能比你快哦。啊，比如你一拳打来，我一打，打中了。你的手也是啊，我打中干嘛呢？我一搏，你不是失平衡吗？失平衡，我打第二下。我干嘛要第一下把你打死呢？我的目的是把你打死，不是第一下把你打死。我不需要跟你比速度啊。还有，我觉得解放战争我军用得很好。你看东北，你看我军不是最擅长运动战吗？运动战是什么呢？其实我感觉不见得一开始就有固定目标，我就拉着100万军队就到处走，到处走，走到哪里我觉得这地方可以围了，我就围。其实我拉的过程我是远途哦，但拉到哪里临时决定，其实你作为守军你很吃亏的哦。我拉到锦州，我打锦州了，就变成了。那假如说我原来长途奔袭锦州，你知道我的目的，你可以设伏啊。现在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才决定打锦州，不是你设伏，是我设伏，是吧？你什么来路，我先堵住了，然后我打。你干的就是这事情啊。所以虽然他军队多，你守军很吃亏的，你要守在那边，我是动的。这就是迂子。那又比如，现在有一种病，长期用抗生素之后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西医很头痛的，他怎么办呢？他的思路很直，你不肠道菌群失调吗？我就把那种肠道有用的菌送回去嘛，怎么送？粪便啊，粪便培养啊，培养完了移植回去啊，那对不对啊？对啊，有没有效？有效啊。但你中医怎么简单呢？很简单，你不是肠道菌群，你是抗生素引起的吗？抗生素是寒凉的吗？寒凉不是上了脾阳吗？上了脾阳，肠道的环境寒凉啊，寒凉生不，你的有益的菌生不出来啊。我干嘛给你搞什么粪便啊，什么菌的移植呢？艾灸神阙，艾灸神阙，你肠道那个环境一温暖，不自己生出来了吗？为什么你那个叫科学，我就不科学了？是吧？你是直接的给他啊，好像很符合我们很线性的思路，哎，觉得这很科学。但我迂回的，我要你自己生出来，还没那么大副作用，有什么不好的？而且你不断的补充，你能一直补吗？我这个是让你一直能生活。那这就是改善内环境。我改善内环境，我不是迂此图吗？跟着孙子兵法的另一段，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什么叫率然呢？常山之蛇就用这个名字。这种蛇有个特征，积其首则尾至，积其尾则首至，积其中则首尾居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意思是怎么讲呢？你用兵用到能够首尾相顾，牵一发动全身，什么地方被人家打都能够来救。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啊，我现在举我们中医一个方，很简单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才三个爻。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什么呢？阳虚外感，对，阳虚抵制的人外感风寒。好，那你纯粹疏风散寒，风寒能去，但别忘了发汗是伤阳的，阳气会虚。你纯粹的补阳，不要流血的哦。而且你补阳的时候，你补到什么时候才能驱赶风邪？那个寒邪到外面，三个药，首先麻黄散外寒。附子两个作用哦，附子有辛味的哦，附子既能温里阳，也能把内在的寒向外赶。但是麻黄跟附子之中恐怕还有一个衔接的不太好，中间用一个细辛。细辛其实解表力不是很强，它的特征是治沉寒固冷，
就相对深部的寒邪，我把它往外赶。那你父子补阳的同时，我正气补了，把那个寒邪向外赶，赶到中途细心接力，细心把陈塘固能往外赶，赶到外表麻黄接力，把它放出去。三个药，你的内外协同，你这种就是这种思路。说中药的主方其实经常要用到这种，首尾相顾。我倒不敢说，那个张仲景受他启发，但至少我们学兵法是，我知道我中医的哪部分是合于兵法。注意啊，《孙子兵法》早于《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年代比《黄帝内经》早。说《黄帝内经》讲针灸，有部分引用《孙子兵法》原文。所以很多人说外星人写的，那算了吧，除非外星人同时看了《孙子兵法》。所以其实学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啊，那我现在在这里开了两门课，一个是中医一连通，其实中医一连通的重心是普及，系统普及中医学知识，比如中医、中诊、中药、方剂、中药以及病案，应用。所以那一门课是着重在知识层面的，而下来的周易跟中医学着重是在道理相关。当然我讲周易跟中医学其实已经有道理相关，但只是强调的特征没那么明显，比重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周易跟中医学更强调方法学的应用，就是那个高屋建瓴，就是等于说我的思路会更远，方法学会更到位。另外一个就是见地，什么叫见地呢？深度广度。广度我这边至少比你原来广，但是我就强调的是深度。另外一个境界，境界强调的是高度。广度你靠的是知识，为什么有个贵字啊？最简单，我这门课我原来讲过，大概只有两三个高校在开。你在外面讲什么《黄帝内经》，讲《伤寒论》，很多名家也不少，你这个好像没啥可挑的。而且我说老实话，讲周易跟中医学，即便有两三家在讲，但是由于讲的老师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可能有的是偏易多一点，偏方法学多一点，有的是偏医多一点。我是怎么选择的呢？其实周易部分我不可能把所有周易的相关知识都讲，但是我会讲周易的基本最需要了解的来讲。另外一个就是跟医学关联度大的那部分会讲，跟医学关联度不大的可能会轻轻放过。所以易学那部分我觉得你们可以初通，至少比讲一卦一卦那个效果要好，方法学能掌握。那么医学部分我觉得我算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要不你们回去先看我那本书。我那本书可能第一本比较难读，因为那个讲的是中医为主，第二本其实比较好读，假如你是资深发烧友，第二本是直接就讲在中医学怎么用，那一部分你可能看了更有感觉。我觉得只要你认同我书本的内容或者对它感兴趣，你应该就对这门课感兴趣。我那个贵字讲的就是物以稀为贵，其他地方你听不到，你听到了恐怕也不是我这个版本。还是那句话，我是广东人，重实用，不实用的不玩。所谓实用，就类似刚才讲那个慎主则长，慎所谓的那种讲法。讲中药也会说很多中药，我就通过举例，比如时间相、地理相、形象相、习性相，怎么看？那我就不卖广告了，这里啊。那但是我可以在视频上卖广告。那这两本书好像现在据出版社第五次印刷，第五次印刷，你们那可能是第四的，有可能是第四的。反正我感觉我这本书
在医学界的相对高层还比较吃香，因为我上过一个班是叫做全国优秀临床人才培训班。所谓全国优秀临床人才，就各省遴选出要考试的哦，比如每个省国家中药管理局给你十来二十个名额，你就考吧。什么人才有资格考呢？正高，就大学的教授或者是医院的主任医师，不带一个副字的啊，没有副，都是正的，你才有资格考。考了参加那个班，我在那个班里面讲了一天，当然是讲里面重心的内容，他们认同度很高。后来这个班转战到这边，我那次是在北京讲的，在珠江宾馆讲，刚好听说我在广州，刚好这本书出来了，马上就叫我在出版社拉过去，干嘛？就现场卖，他大概400多个学员现场卖出了300多套，那说明还是很认同的，都正高。我估计也只有我们国家能够一下搞400-500个正高聚在一起。而且我在那个当当网上，我有时候看评价，经常是他们买回去又推荐他们的手下，这样，所以我感觉还是有点，算是有点格调吧，不敢用那个字。好，谢谢。